亏啊，亏呀，亏呀！麦克风应该没有爆吧？嗯，没有，正常的。OK， 没有跑掉，我来啦！没有被偷跳，你来了，是发发耶！是发，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不隔离了，提前破梗。哦，破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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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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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梗了！哦，好嘞！哎，我准时八点整。好，好，选一张椅子坐，选一张椅子坐，请坐，请坐。哎，那个，不好意思，我放个东西，等我一下，你们先讲啊，你们先讲。我们今天有少一个人，没关系，刚好有那个代班的。好，有代班。啊，你跟那个缺席的一样，你跟那个缺席的一样。出事了！你是不是同了？一来就把我们的奖牌拆了。同一个人呐。你有没有吸到血了？你有没有吸到血？是你？哎，我有血吗？而且你还一你随便坐还一坐都坐到我平常坐的位置啊！哎呦，哎呦喂呀！很会挑，很会挑。来来来来来，请坐，当自己家。当自己家。我知道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好像把那个东西打爆了。小姐，小姐。我们今天是八个人来到那个发发伺服器来玩，我们来对到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个工友身上太多材料，要先放一下。哎呀，没病啊。等一下是自由活动啊。哈，那我为什么要先整理？我先问你啊，问你。问你，我们都还没开始说，你就开始那个。我原本以为今天。就直接就要从头到尾了，好了，没有啦，没有啦。上次说是八点就给各位弄那个钓鱼竿啊，对，钓竿可以用一下。然后等到九点之后，我们可以正式我们的活动。哎呦，你老家你要好呢，要学呀，你好大，你今晚就栽哦，哎呦喂呀，好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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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哦，等一下，等一下，那个你接过一下，接过一下，那个今天鬼月啦，插一个这个，你这是我。哇，哦，这个这样子有点骚呢，这样子。等一下，你不要故意这样，我把它擦掉。我就在那个位置，你就擦在这里呀、啊。那这里，哎呀，哦，好闪哦，好闪哦，七夕是又到了，七夕又到了。今天画面好白啊，看不到。哎呀，亮晶晶，亮晶晶。怎么你做的不对？我空手，给你。就不说你们上礼拜西域方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那你不能做吗？还是因为酱油是做的离开啊？那个酱油做的离开，他椅子坐走了，他椅子坐走了。对，然后波波好像他也是刚断线掉，他是坐着离开。哇，那大风吹喽？吹什么？吹风。所以有两个没有椅子坐，这个好像可以这样玩哦。下次没有盾牌的人。那我们都没盾牌。好了，到齐了。今天呢，我们九点有活动，要来上课，来教大家如何求生。求生的话呢，必先我们要先知道怎么取得一些食物嘛，不然你活不下去。嗯，所以我们这一堂课的重点是在如何取得食物，也就是钓鱼啦。那等一下九点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要钓鱼比赛啊，训练大家的钓鱼能力。那等一下到时候分数呢，在我们的活动广场啊，已经稍微先建立好了，大家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边有写那个分数，告示牌的分数。哦，老师，他们现在钓我啦？没有啊，没有啊，错了。谁啊？谁钓你啊？钓你的话，没有啊？有人钓我呢，还是我今天才是鱼？好，那我们等一下九点就开始钓发发鱼啊。好，那先自由活动，耶！你身上颜色也蛮适合当鱼的，知道吗？对啊，鱼有蓝色，有吧？蓝绿色，还蛮多的啊。我是中毒的吗？没有啦，你热带鱼啊？对啊，有养的热带鱼，水滴啊，多利之类的，水滴鱼吗？多利多姿，多利鱼，多利鱼，多利，是这里吗？哦。哎，不是啊，这是哪里？活动广场在哪？在右边的广场。右边的广场。啊？哦，跑错边了，跑错边了，这边。哦，新的广场是不是？哎，新的。哦，好大一个哦！我也要去看我们的新区。啊，对啊，对啊。我也要看。哦。哦。
这个空中这个是故意用栅栏的感觉吗？对呀、啊，就是类似那种游泳池那种可以栅栏，这是告示牌吧？这是告示牌啊，告示牌啊。水平的分数这么高哦。对，哦、这就是那个、哦、那个，你们看过游泳池不是上面都会有那种，就是那种缎带草帘的那一种啊？对、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它那种散热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什么功用，哦、就很好看。那个很好看。那个很容易掉须须下来耶。对啊，没有没有掉那个鹦鹉螺壳的吗？鹦鹉螺壳，小雨那个鹦鹉螺壳，专业掉鹦鹉螺壳，专业掉鹦鹉螺壳。对啊，他也是掉到苦力怕几分啊？对，扣分吗？没有啊，怪物也有是不是？啊，跟各位注意一下，这次钓鱼是钓活的上来，但你要把它打死。打死掉之后，打死之后啊，那我觉得才有算。等一下会有人坏坏去跑到别人水池打掉，然后捡。怎么可以这样吗？你不要先把自己做要做的事情。我们哎，你可是混乱邪恶的熊猫团团呢。那至于又没有写名字，对不对？对呀，对呀。啊，等一下，如果到时候有什么争议的话，只要那个校长没看到，都不知道了啊。好，那有人会这样做？可以脚交监视器画面吗？没有。那我们酿失明药水对校长丢，我们就可以乱来。来了。那你可能要想一下，那个校长有没有准备牛奶啊，或者是有没有准备那个剑啊，有没有准备武器啊之类的。所以有争议也可以用。武器处理就对了。哦，但是攻击术器这个，可能是我可以处理他这样子。直接你这个人从这伺服器消失哎。听起来好像也是被消失啊，被消失了，我不要。被消失，好可怕。好，可以大家可以带一下那个我们的参观，发发来参观一下。要开始，你是那个嘛来宾嘛，那我们就给你先给你一些基本钻石好不好？哇哇，去抽去抽！哇哇哇！买乐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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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饺子老母鸡哦！全买怎么办？如果他中了乐透怎么办啊？他看他给谁就给谁。对，他看看他给谁。啊什么啊？你还记得三人吗？你还记得三人？其中一个是我，死了没关系。没关系，翻起来。哦，有买了，买了。你看，这是你，你看这是你，这个是你耶。完蛋了，爸爸用运气玩游戏的。为什么？哎，好酷哦。你酷吧？买5号在哪里？他买错了，5号是我的。我买错了，哈记，你要聪明一点，你要让他五号这样他中了就可以分你，你知道吗？对呀，多一次你不可以惹他，你要顺他这样。我不许你这么。好，我买好了。花花小姐，您今天过得好吗？花花小姐，花花小姐，大家没看过你这么客气哦。您好像很厉害耶。我要把钱放进那个箱子里。不用，你要放到箱子里干嘛？那个是自动，你买的那个钱啊，会自动扣掉。哦，这个是奖励箱，就是抽到的所有奖励都是。哦，我好了，还是发发想要特别赞助我们乐透这一期的。好啊，真的好乱讲的。好啊，人真好。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中奖。好，他把这个中间这一栋呢，是我们来宾住的，这个算是空房，哎，这里面都可以用，哦，对，好，就是可以用。哇哦！哇哦！哇哦！我要偷拿15。啊，十五！拿！拿？你就拿，你拿，没关系啊，你拿，又来，你们现在对他客气哦，等一下那个他的房间很大，中奖，他中奖的话，那个食物如果是吃你的，你那个会分红哦。没有，我就说吃我的烤汁肉，我是真的说没关系啊，对不对？我是真的说就真的没关系啊，对啊，我看你们好像很有关系，每个都超凶的。你拿，我家很大，没关系，我家很大，你要忍一下，好了啦，
啊，有这样子公开的吗？哎呦，是来我家，来我家，贿赂，公开贿赂，来我家住啦，我帮你准备好了床，对不对？你家很大是不是？对，我家很大，猫咪还会后空翻。不要！不要！不行。可是薯条真的会后空翻。哎呀，通米也会，是认真的。对，猫咪真的很会，真的会啦。哪天想来看吗？想来看吗？就在隔壁而已，没什么好看，没什么好看，有点怪怪的哦。在隔壁而已，很不妙哦。有发现是哈基穿着布偶装有没有？昨天没看吗？对啊，那肯定去看一下。你肯定要看的啊，看一下，看一下哈基后空翻的，哈哈爆，听起来不错。哇，两个幸运的钓竿哎。哇，阿王今天幸运吗？啊，副手繁星，你看我看，欸，看你怎么有这种装啊？对不起，哇塞，你知道，欸，什么？很夸张啊！这都哇，这东西，这东西是我的旧产物。对啊，我又是七个属性的，你知道吗？又是七个属性的，你怎么又七属性？对啊，所以我当然会说，看你怎么有这种装啊，没错吧？哇！太扯了吧，属性做坏了吧，而且又是冲到那个哎，欸，附魔属性强化的，欸，对，我刚想说好像有料，就直接拿出来用了。哦，恐怖，而且想要出这个，对啊，我以前就在做装备的，喔，好啦，你就当铁匠色好了啦。铁匠色，我已经想好两个色，一个真的是铁匠色，福利色吗？不是福利色，可以跟你买吗？好了，再补一下啊，就是等一下我们今天钓鱼大赛完的时候，大家决定一下今天大家要成立什么社团。嗯，对。然后你刚看到那个钓鱼场地那边旁边有几个框，那就是我们未来的社办，每个人要自己盖一间。好哦，校长的话就校长耶。Yeah.校长色是什么啦？我是校长色啊！校长色，校长色在做什么？好色哦！校长色是什么？不是色，紫色跟底色。校长多好色，色不是色，丝是丝，丝是丝，哦，丝是丝，还是以前那个非常好色，非常好色。我记得那天还在吗？有吧，应该还有吧，还有吗？不好意思，请问，不好意思，那个我新同学，请问一下，那个钓竿是要自己做还是要用抽的？可以自己抽啊，先抽后看看。对，嗯，先抽吗？那我可以跟你们借一下泥土吗？你可以在旁边，你可以在我们的学员以外的地方挖。学员以外的地方，你是不是去找一个学员？哎，把泥土掉出来。你看一下你的。哎，爸爸，你说校外霸凌是不是？哎，隔壁校的，你至少把钱交出来。这边应该有吧？这边应该有。你就箱子翻翻看吧。他家竟然没有土。哦，有哎，好像没有哎。对啊，哎，他不吃土哎。他家没有土哎，天哪！好了，发我这里一堆土给你吃。哦呦，我也有，我痛了，我开始了。怎么一来就叫同学吃土？对啊，那我家的土会破空翻哦。你会很适合种田。你帮他翻土是不是？翻一下，翻一下。对啊，你家很好种田，你好棒哦。很好种田是什么鬼？这里，这里。谢谢。来带一点走。啊，顺带一提啦，这间不是家啦，这间是仓库哈。嗨，仓库也太大间了吧？他有三个家，所以他说他家很大。你要看一下，他家很大。他会说，听说你很勇哦。小心哦，都好危险。没有啊，你要那个。我听说你很勇哦。嗯，我超勇的。哎，不对，怎么了？你说花一个小时可以弄钓竿啊？问题是我就也没钻石，我现在能干嘛？钓鱼钓钻石，你继续做你的事情。你钓鱼钓钻石啊？新同学可以分你一点钻石，你可以先钓。谁给分你一点钻石？新同学都比你有钱。新同学比我有钱，被羡慕的感觉。完了完了。
金同学开赌咯，开赌了。金同学直接拿钱砸在你脸上。哦，哇，你确定是不是？掉杆了，你要吗？新同学赞助你。不是掉杆不是问题，问题是要你要提升他。他的父母啦，对啊，对耶。你要赢在起跑点，你的余额就要够高。加油啊！我要不要冲一下、啊？冲啦！冲了啦！我是你，我就冲了。我有钱，我没钱了。我是你，我就不问这种问题了。我冲了，我余额五了，赢在起跑点。哦，可以了，余额五，爽啦！我用了一张防爆拳、欸。哦，爸爸会爆，会爆，会爆哦。会有几率高掉哦，要小心。等下钻石不够找下来，今天还是试了。来来，三二一，嘿，失败，失败，再来，三二一，嘿，失败，没爆掉，很好，再次成功了，成功了，变三了，不是成功变三吗？别低了，怎么办？哎，这次会长，这次会长会长啊！信我，这次传开下去了，那个不会骗你的啦，好朋友不会骗你的啦。你要请 Bobo 帮你冲过啦，用他自己的装备冲，你才会过。你要先让他冲爆他装，然后才不是吧？不是吧？没钱，不好意思，对，你也没钱了，我没钱喽，汪莫吉，哇，你变一等哎，哇塞，从零开始，哇。从零开始，从吊杆上生活。囤，你们先吧。没事，我没有那么多钱。命中，他基本的啦啊！你要往上提升就加油。啊，你狼就会呢。啊，你狼就会呢。我看你那边有多的啦，多的。哇，吊杆好像有多。我就刚懂哎，啊腰什么怎么刚懂。刚懂，这次一定变二。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赚，马上被收割韭菜。赚翻，血赚。这次一定血赚不亏。哎，为什么我这张是这个鞋子？哎，发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种冲装你要冲高，你就要连续按。真的吗？对啊。这是我的玄学啦，这是我的流派。完了，你要赔钱哦，你要赔钱哦。我没说，你看我没钱的，我被诈骗了，你被骗了。没有，我跟你讲，听他乱讲话。没有，你这是运气不到啦。啊，看你是要东方还是西方的改运都有，你知道我这边。爸爸，那你先骗他就一条龙啊。看团团现在身上有多少钱，再决定要不要这么做。没有，我跟你讲，我会没有道理哦。没有，什么意思？我会没钱是因为我。奉献给公共财产了，好不好？啊，他大概是我们现在这里最穷的人。对啦，完全没钱。对，我现在最穷的人太夸张了吧？他是魔法，感觉他可以当那个占卜师，然后来骗财。哎，就是啊，很轻松的，我没说错，谢谢，我没说错。他是不是不能六了？对，不能六的话会直接变废物。哦，对不起，他会完全吊不起来东西。麦块的设计，他只要到六了，那个吊不起来。你已经顶标了，你看是不是就是要直接按下去？还有海洋祝福跟耐久，你可以往往看啊。啊，海洋祝福啊，你没有经验修补哎。对啊，耐久吧，耐久吧，耐久先。哎呦，白痴，对不起。那你就里面有了，那你可以耐久高一点。耐久，耐久，海洋祝福要多久？要可以到五啊？要多久？要多？哇，真的假的？哇塞！你是好哎，是不是？够了啦！再冲！你是会爆吗？不是，我就跟你讲了，你要冲，我点到尾啊！从这，那请问你是要怎么样子的？你是要余额吗？余额，送你的吧，他送你的吧，啊，没问题啊。啊啦！啊啊啊啊！
不要冲六，这个不是六啦，冲过头了，轻松的就上去了，好扯哦。好扯哦！不是，我跟你讲，哎、欸，爸爸是不是要信团团教徒哎、欸，你知道是不是五了？对，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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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不要再谈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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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了。人家是不是有爸爸几率啊？我靠，运气玩戏啊！好巧，我没有空。不谈了，不谈了。哎、欸，你有没有空？你不是你有没有空了？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啊？你有没有？你说你的那个。团团教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加入他那个教啊！不要加入那个教，很危险啊，危险，危险！他就是会在路上有一个教徒整天在等着要帮他赚钱呢、啊。哎、欸，没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供您参考一下啦。有一个教徒是，就是有一个教徒，他到现在目前为止都偷中最多了，然后他信我的教了，对。哦，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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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代班的那个，你代班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帮忙代班那个。那您可以参考一下啦，他中超多次的。好诶好诶，我可以跟你参考一下，他是说他的钱之后都要交给那个教徒，对对对对对，就是一直都呈现那个负债的状况。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可以思考一下。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您加入的话可以有特别优惠啦，你可以不用。就抽成抽一点点就好了，对，一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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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接 case 这样子吗？哦、不用接 case 啊，你就是专门宣传教义就好了。你要去路边发传单。你现在可以先卡好位，对，多收下线，你每一个都可以收到钱。你现在赶快进去的话，这样就有够多下线，你就可以成为金字塔。对，你一个拉两个，有没有？然后他们再一个拉两个，你就变水钻了。你会从红石变成青金石，再变绿色宝石。好，蓝宝石，蓝宝石，对，蓝宝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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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老鼠会，真的是老鼠会，笑死，变得怪怪，老鼠会。像我现在当红宝石也没有做多久而已啊，对不对？红宝石没做多久，好恐怖、哦，怎么突然变邪教了？一直都是啊，就贴一堆照片给他看，说你看，这我每天赚的钱啦。你好 IG po 的文，你看我现在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财富自由这边。对呀、啊，对呀、啊，好扯哦！你看那个团团的，那个营业这么久，他已经开法拉利了，有没有？开法拉利，笑死！好恐怖、哦。这个有兴趣的可以私讯我。那個、有兴趣轻松赚钱，可以私信我。因为这里恰好是心虚了。在起跑点上，在起跑点上，大家一起赚，好赚血赚，血赚朋友才我的粉砖被密爆啊！你说粉砖被密是不是？对啊。那个粉砖就出现了一堆的奇怪的留言出来了，我好想要赚钱哦！你们那个想当红宝石高校有说啊，对啊，嗯、我看到轻松高校有在说，啊，要怎么赚啊？你是说有人帮我们这段剪精华剪下来，然后拿去投 YT 广告，然后变成那个 YT 广告？啊，天哪！财富密码吗？财富密码对，财富密码。啊、哦，好强、啊！哎你学会了吗？学废了吗？啊、哦，好好笑！怎么从拉下线，然后变到要财富密码了？对呀、啊，自己的数字，就那个什么 A 的 T 什么的那个，不是去那个吗？上面补血的地方、哎、点右，我是说那个打指令的、那個，哦，打指令哦，上次那个啊、哦，对对对，哎对对对。有人在打 boss 吗？啊、没有、啊、有人在吧？因为有出现血条，但是血条在对啊，血条你可以带来兵去打。我这啊，不对，不是这里。好、啊，这一点血，你怎么传都不说？哇，又快死了，又快死了！又快死了他进回来了。法院，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轻松法条第八章第七条。哇，你还记得第八章第七条也是蛮强的，就只有这一条而已啊。就只有这一条而已啊。也没有别条。我还打大法官自限呢、欸，你知道吗？怎么今天来场面异常火爆？一直都有火爆，每天都很火爆。因为主办单位没有管，画面很乱，画面很乱。哎呦，去哪了？哎呀呀呀呀！去哪了？小雨，我在拍你。
哎，对不起啦。啊啊，不会不会痛，不会痛，不会痛，不会痛。啊，飞起来了。忍一下了，不会痛了。好，我们三个而已。三个人是不是？感谢月月超级留言。哎、欸，哦，他已经到这边了。这里飞起来了。耶、yeah ！这里这里。那我就继续在这边探洞窟好了。好哦。OK。哦。那个我想问一下，现在虽然已经那个矿物到负底层了嘛，对不对？嗯，对，就是所以如果是你们自己啊，平常想要去挖母矿的话，你们会故意挖到很底下，还是说你们就一样维持十一啊？就是你们现在要挖的话，现在吗？还是更下面去？往下了，还是要去吧？去挖到负数的概念。对啊，对，因为钻石现在一定要到很低很低才会有啊。不然很上面真的太少了，嗯，是啊，几乎不。我想到一个，叫花吗？记得挖钻石影片之后，我就知道怎么挖钻石了呢。一个小时内，我就可以挖整套钻装了。你说其实那个只是跟你讲说钻石在哪里，然后没有说要怎么挖。然后结果呢？那个人有人死去去，就是想说好，那我要一个小时挖到整套钻装。然后就看了那个影片，然后说哦，在这个数字应该可以。然后呢，就挖了一个小时都没挖到。不是你骗人，他是一个骗人。他告诉你理论，我告诉你理论要怎么挖，但我没有说要怎么挖比较快。实错又是另一回事啊。对啊。嗯，数据是数据嘛，对不对？对啊，他继续讲说，你这个影片就是要分享给下一个人吗？一个再分享两个，一个再分享两个，分享不够，一个是不是又要？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分享十个人之后，你就有幸运会加一这样。哇，你这跟十几年前那种讯息诈骗不是一样？很像哎、欸，现在不是也会有？现在还有啊，现在也有啊，像是变 FB。发那个分享的说，对对对，哇塞，我的愿望真的成真了，还截图，哎呦，对对对对，抱歉，哦，还要截图说，哇，我真的因为分享了这篇文章，然后我真的动了什么东西，太棒了，还是我考试考很好。之前就很多什么，你已被幸运小精灵造访，没有幸运小熊猫，不要忽视这个他什么的，对对，不要忽视他，帮他按个分享吧。对对，超多，之前超多，对啊，什么花园精灵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哎，我跟你讲，我们干脆之后来po一个，就是。可能我就随便 po 一个，可能我随手拍的午餐，说你已经被好运牛排剧照了。好运牛排，我见超多类似的。然后没有，然后我们几个都讲好，我们都先当那个内鬼，然后先在里面留说，哎、欸，我这个怎么样了耶？然后去分享，然后看会不会真的一堆。不行啊，我们太明显了啦，你要太明显了，我们要怎么扮装啦？不是啊，我们很明显，但是不知道我们的人不知道我们是谁啊。对，重点是这个社会实验。对对，社会实验，我是社会实验。好爽哦！感觉会很好笑。对、啊欸、如果是真的有用的话，我一定要赶快去分享一下。我要中那个头奖，二十几亿啊！那我二十七还二十四啊？二十七，二十七。中下去就不用工作了，真是。对啊。不是又变得多了吗？上一次不是。对啊，又共了一次。对、啊，對，上次又共估了，上次十七亿共估啊。对啊。上次不是二十吗？二一。上次二十一吧。二一吧。哦。二一共完变二七哦。二一共完吗？二一共完。二一共完。好好吃哦。但是二十一颗共完呢，还是这个没有？请问这是二十一世纪的联名品牌吗？所以十八世纪的共完是长怎样？我好奇。可能吃起来没有那么好。不是那个什么一九八几年什么发明的那个什么东西，然后一九八零年之前的女性什么鬼那个的吗？好像有，那时候就一大堆这种东西啊。对啊，所以二十世纪前的共王长怎样这样子？哎、欸，我你说这个我都想到一个 Michael 的梗，就是潜水员，然后那个二十世纪才发明，哎、欸，我记得什么降落对不对？降落伞还是什么的？对对对对对，降落伞，然后那个在之前水桶，对水桶，水桶啊，对啊，可是还蛮符合的、啊，以前真的是水桶而已啊。对，爸爸够了。然后潜水服也是啊，好，嗯，然后在这之前的潜水服是木门，木门，还有火把、啊，火把叫，对啊，火把，火把也是，嗯。
哎呀，这个真的是百看不厌。你知道我私底下有没有测试说，想说如果怪物啊，但有些人不是挖矿，有些人会装一些比较坏坏的什么 Optifine 还是什么，会就是直接发最亮嘛，那个在逛矿坑都完全不插火把。嗯嗯，有没有想要写一个，就是说怪物只要没有照到光，它是无敌的，不能打。哦、oh? ，这好难啊！那要打光先插火把了。对，至少它一定要一的亮光，不然它零的话它是无敌这样子。嗯，哇哦！那我自己私底下测了一下，然后玩了一下，太难了，算了，不太可能，对啊，这个执行会有难度。我觉得如果是前期会很痛苦，因为你不是你不想插火把，是你没得插火把，你没有弹，没有插，对。然后再加上我们这样有时候逛，像我们这边这个天堂这边的话，你一定要有亮光，哪边一定要有，就很麻烦。嗯、如果你说稍微强化，我觉得可以耶，就是能力数值稍微。对啊，他有能力上升的话，感觉还是、哦、就不要到完全无敌这样。对啊，你 是 不是 POE 中毒啊？没有啦，哎呀，僵尸不要，我没有晚上都在玩啊，真的没有啦。啊、你没有吗？是这样啊、喔，这样哦、喔。我想说，最近到底练了几只角色了？我们今天玩麦块啊，我们今天玩麦块。拒绝回答。哇，你玩那么多只哦、喔。好强啊、哦！用耐久不会爆炸，耐久不会爆，耐久不爆啦。所以你可以就是信狂点用，狂点到底，点到底。好的，好的，好的。是我们现在真的完全绝活了，按到底。好，我钻石我补给你，好不好？我补给你。哎、欸，居然是方块哎、欸！方块、欸，居然是方块哎、欸！好好哦，好好哦！哇，这个哦，有了有了有了，顶级属性出现了，这大概是多顶级乐透呢？哇哦！开局送神装，对呀、啊，开局就送你输入什么礼包码、啊？你可以输入、啊、什么序号？分享一下，发发发发发发啦！发发发发 ，PK 发发发吗？你是输入这个吗？没有，他应该是这个啦，这样子。发发发！哇！我的裤子拿不下来。你把地主照、喔，地主照、喔，地主照，对对对，发发发发！有来了。哦、oh. 欸，不是，找错了，找错了，对不起。一个小角落，一个小角落，在在在，他移到小角落了。这里，爸爸爸爸，你在后面。哦、oh, 哦、oh, ，来了来了。哦、oh, ，谢谢，我看一下裤子在哪。裤子在这。工商账号。对对对对，工商账号，对对对对。哇，对耶。那会删档哦，会删档哦，那账号之后回收啊。爸爸，这个烟火给你。好的，好的，谢谢。哇，好多、哦，我太多了。你太多了，你可以把身上的钻石丢出来，我帮你拿。我帮你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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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拿。那个本尊伸出援手，援手，对，伸出援手。你有这样子的困扰吗？马上帮你。我的手比较远呐、啊。有这种困扰？你手比较远哦。手比较远、啊，比较远是不是？没有没有，你现在变细了，我的比较远。现在没有圆了，现在头上现在没有圆了，你没有了。哇，有啦！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圆的。很圆润哦。哇塞，我要摔死了！拜拜。哎呀，拜拜。哦哦，久违的紧急状况，紧急状况来了！哈哈哈！啊，怎么的？巨人又来了！来了，巨人又来了！他是什么？我要不要打架？给他一个那个厂商之力的翅膀啊！给了，是不是要有一个锋利？死吗？对不对？哦哇哇哇！啊，没了啊！我的剑，没事，再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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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厂商之力啊，怕什么？别怕，别怕、啊！好的，好的，啊，哎哎啊啊，没了，又没了，又没了，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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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们怎么感觉很像聊天室的观众说，哎、欸，对来对来对来，就跟你那个书包。抽到一单，他们红的那个红色的红色的光，红色的传家宝，今天刚抽。七，我觉得已经很棒，就这样吧。不行，不行吗？你要证实自己的欲望，你想要封历史，你怎么这样就满足了？对。我跟你说，你的决心，你的决心不够大。我决心不够大，好，决心不够，再一点，要来喽，再来，可是要来的那种，没有，你就要通过，让大家知道这个游戏就是这么好充装，没错，这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好吧，哇，太屌了吧，有了，看到了。我累格了，对，我刚想到怎么突然累格，你知道吗？好炫酷啊，他声音好棒呢。投一下，资金有点多。哎，冲装还是很顺呢。对啊，冲装很顺哎。怪太多吗？我不知道哎，怎么多很多？僵尸是无敌呢，要死我，连小僵尸我都砍不死，我要砍巨人。哎呦，他们好慢哦，长好远哦，长超远的，长好远。好多，啊、太多了吧？巨人超多的、欸，好像巨人很多、啊，好像弄太多了。你太累了吧？这个巨人的、啊，我都打两次，他是哎、欸，完蛋了，我动不了了。之前的四倍，抱歉。哦，白心断线啦！不是我真的太卡了。他好像顺一点的，好像顺一点的。好妖羞哦，为什么又烧起来啦？他们这些是会动的哦，跟之前不一样哦，会动。我看到了，耶、yeah! 欸！不是啊，我已经杀掉本体了啊，怎么小只的还活着？然后小只的一直打不死，对，小只的还会在那边走来走去。小只的我忘记把它删掉了，那怎么办？哇，它走来走去很麻烦呢、欸。打完记得下去捡钻石哦。那也要捡呢、欸，不要打完就飞走哦，钻、哎、石在地下哦。需要起来，哇，谁打的啊？借捡一下。哎哈，好，我猎杀自己了啦。不是，我看到有钻石掉在水里，我把它捡起来。我是武装女神啦。那個、我刚打完。我是武装女神。哎哈基啊，可以用烟火打哎、欸。可以用火打、啊，对啊，用火打，我刚对啊，会爆炸的、啊，我刚打了几个，然后被捡走了。哦、小雨帮捡，好赚了，好赚了，好吗？有点赚了，等一下为什么打到我会烧起来？什么？是我烧的，是我捡到的、欸。哦，白心，没事没事。那好。我看到有很多呢。哦，那有事，出事了，有事了。我不知道四四，我刚才到底有没有打到了？就是刚打到一次死三只吧，你看就这样子啊。哦、对。对啊，一次死三只。我想说，我不知道这个烧起来是、哦。我第一对攻就好了，跟你们背。还是这边。我觉得你好像比较赚。哇，你这是赚翻呢。我只面向我。哎、欸，他们会转向，为什么会烧水？他们一直转头，也正常啦。嘟嘟嘟嘟嘟嘟，以正常的巨人来说，应该比较正常一点啊。嗯，对，嗯啊，怕不？啊，这个的钻石，那他可能会傻傻的让你打。好不好？下一次我就研究出他们手还抓着那个人这样子。哎呦，好啊，哎呦，飞过去会被抓起来是不是，就变一款游戏了。哎呦哎呦，你就可以单独去出一张地图。我刚刚看了杰克的屋顶，我以为想说杰克为什么要盖一个小漩涡，你后来发现不对，那个是小漩涡。我后来发现就是那个是龙的那个，他盖龙的那个年兽嘛，对，年兽那个东西。哇，钻石那个很 Q 币、啊，没有啊，那个是我砍死的、啊欸哦，那个是我砍死的、啊。小雨，我帮你，这给你。哇，好，收下来了。那只是我砍死的吧？音乐，我刚刚我不知道，十字弩的吗？还是什么？什么十字贯穿？对啊，十字弩啊！我没有捡到啊！有了，还有吗？好像剩一只而已，是。
可以再招一波吗？他爸还没玩到吧？他爸好像还在冲装、啊。对啊，我冲到一个风力九了。那等一下招几只给他玩啊？对啊。啊，我来了。你们可以来看我刚刚误认为是小。TP， 你可以 TP。有小熊维尼的。TP。等我一下哦，我会不会死？我看一下，我应该是不会。你 TP 哈记。好的，可以。我看到一个人，你看到谁？我看到云月，八个人，他巨人在我旁边呢、啊哦。你会杀巨人吗？巨人在哪里？那这么大一个巨人，你看不到？就那只大只的，你看不到巨人在哪？你看不到他吗？这样子哦，我没杀到他。你要砍他的那个史莱姆方块那边，你要砍他脖子，后肢是他的后肢。对，爸爸好像没看过进击巨人。爸爸，你有那个，你有烟火吗？体验动能，会吗？哎呦喂啊！哎呦，危险嘞！我觉得他想杀人嘞。我觉得你要再揍一波，这边很容易揍到拳。我是想杀同学啊，还不是想杀同学？超危险的这边，我知道巨人的弱点是你们，先把你们杀掉。完了，他被沉思追，打不到沉思。哎，这是沉思是巨人变的啦，他无敌啦，他无敌啦，真是打不死啊！要怎么踩到他的肩膀上？没办法踩到肩膀，肩膀，你是飞过去砍，你在飞到一半的时候砍他。对，哇靠，好难哦。你可以飞远一点点，然后用慢慢滑翔滑回来，这样慢慢滑行的方式过去。嗯，好的。对，你可以飞远一点点再绕回来。他的弱点是冒绿光哎、欸。哎、欸、啊，你没有，完了，同学太快了，同学已经没有那个了，在开玩笑的了。哎、欸，你是不是要回去那个调查兵团重新训练？完了，他没有看过，不知道啦。他没有看啊、哦，你要回去重补修了啦。你要重补修啦，重修这门课。对，我可以他一直转身呢，他这只难度很高哎、欸，他没办法、啊，难度很高哎、欸。会，哎呦，哇、哦、哇，你这样子，哇塞！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你的石头，你的石头要，石头，你的钻石。他们好像没赚。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的赚钱机会。那好像变死。那个打不死，那个打不死，那个打不死。那只打不死，那只是无敌的。你直接走，你直接走，你直接走。走吧。好的。我研究一下，都把那个打死哦。啊，那我继续回去。阿法，自己赚的钱是比较好，感觉很奇，是比较香。对。我刚才赚多少？赚57块钱吗？怎么可能那么多啊？对啊。这刚打一只蛮多的哎、欸，打一只蛮多的、啊，还是也十五七耶，我打了79个哎、欸，哇、我也打了一只多，我打三几个而已，我在地上射了三足又14个，哇，太完了，果然是比较赚，财富密码，财富密码。哦，你消掉了啦，消掉了。可是还有一些是僵尸，不是沉尸哦。僵尸的应该也死了吧？我刚打没有看到了啊。哦，对。你们刚刚他是设定原本僵尸不会动嘛？嘿，你说你们刚才飞的时候，应该有看到那个僵尸的脑袋里面有只小僵尸。哎呦，哦，那是他的大脑，他在动了。哦，你的本体在里面，外星人。他现在会跟着走了。原来如此，对，好猛。那其实更难打，他转过来你就被他挡住了、欸。嗯，对呀、啊嗯，变聪明了。嗯，好，然后那个你们刚刚还没看到杰克屋顶上那个，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看侧面就好了。刚飞有看到，刚刚小雨有去看，你说围吗？他说那个财神，财神帽、喔，而且你要从远处看，那个根本就是财神的东西，有像哎，真的，好像啊，不是啊，爸，这是我的工具箱啊，你在多出来了，所以你为什么要盖小熊？代表吉利吉祥啊，吉祥，吉祥如意哦。发大财！对，要不我帮你们在每个家都盖一个啊！好想这样子哦！不用客气啦，不用客气，真的。我要等发发充完。
好，我帮你垫一下。好，这个可以学起来，以后就是好，垫完了，垫完了。这个代表杰克。代表杰克。那我还有没有钓竿？对啊，你说以后卖快人嘛，你看到那个西瓜就是我嘛，然后那个斧头就巧克力嘛，还有冰也是巧克力啊，这个就是那个杰克啊，对，小熊吗？杰克啊，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很多人都拿这个当赋税？哈？这个你稍微思考一下你就大概懂了。你说你自己稍微想一下吧。那应该就是那个啦，吉祥如意嘛。哎呦，吉祥如意，吉祥如意。你说当防盗浮水印吗？对的。哦，那个很好懂的啊。哦，这个简单题啊，自己想啊。可能看起来比较有才气吧。哦，懂，我跟你讲哦，好烦，先把那个点烟，哎，船吗？我们怎么船呢？为什么要点船？没有，我们在进行，我们已经进行了三个礼拜的事情。哦，你们还在弄那个？重新开始啊！哇，已经一个月又一个礼拜了，你们真的很哦，好辛苦啊。你要说辛苦是值得的，之后你就无限的借福了、哎、是吗？哦，啊，哦，有点难。不是哎、欸，他为什么会粘在？哎、欸，有了有了，小雨他在那个上面了。有吗？有吗？那我来，有，他可以推，见证这个奇迹的一刻了。可他好像不是粘在推的位置上。哎，可是你们要弄之前，你们已经有先压制那个了吗？是啊，是啊，他是、啊。有啊，有啊。TP 过去看看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要看看你们的财富密码。哦，财富密码秘籍哦哦，哇塞，我们用多久？天啊 ！TP 谁？还好哎，这个其实还好。TP 谁？我要看 TP 音乐哦，不是只有我。哦，好不舒服啊！我不行啊，哦，绿绿的，好猛哦！我要来推了，应该可以吧？应该把它推。哎呀，推，应该可以的吧？喂，哎，推不动，没有你这上面，哎。倒一个，你可以要再推一个，再放一个，再放一个。哎，打死别打，别打，哇！音乐干得好，音乐杀得好。这个不能乱打，不要再打了，别打他，我们再打一下而已嘛。不行，这个东西什么都可以打，不能打他。打旁边的，打侧面的啦，白痴哦，白痴。你们侧面也要塞按钮吧？不是，因为他推下去按钮被挤掉了，推那个按钮就被喷掉了。对，哦，按错了。所以其实应该要再下去一格。丢治疗药水，丢治疗药水。没有药水了，没有水了。好，大家远离，大家远离，大家好，远离。他连哦，所以那个是这个戒符是你们带来的，他把他带回去到电视。对，他很麻烦，所以你打他吓死我。我拉了他一个月啊，你带他待一个月了，别人一个月的心血，差点就把他打死了。所以我动手，你能理解？啊，阿林，对啊，加搞药水，回家。我刚看发发打了几下，打很开心，很紧张，冰凉了一下。先把有问题的人解决掉。我刚才还以为这个是那个他生出来的乖，要打你们，然后你们一直叫，要把他打死啊！不是，误会打。你要想，你这个打完之后会有两个人痛哭流涕。你打中间石头都没事。哎，校长，我看到了。出大事！校长在丢许愿词。要眼泪啊！有啊，我有。你还有？我的天哪，你还有？哦，我自从有了有那个什么掠夺，我刚打，我上一次打了一只地狱幽灵，掉四个眼泪。哇哦哦！到了，你还敢不穿装啊？金同学，要穿呢？他粘在那边，我怎么办呢？对啊，我也在想要怎么办。先把那个活塞放一个平的，把它坐到床上。那个活塞下去再下去。
哦，好，也可以。对啊，碰一下，我按，我按，嘿，啊，他跑到侧面去了，哎、欸，哎、欸，还是两边一起按，两边一起按，哎，一二三，嘿，哇，这个很顽强哦，哇，顽强啊，很顽强哎。哇，还是转方向而已、啊。他没地方传吗？啊，有啊，这里有个地方传了、啊。不去光水啊，好黏哦。去光水。他有转向了、哎，还有转向哦。哎，谁打了？什么？谁反甲还是什么的？有，应该是反死的哦。反甲、啊，对，他应该是弹死的哦。我没有反甲呢。他刚刚没打到我，还是他是挤到了，然后他在。就是他张开的时候夹到，可是他是他打死，哎、欸，快死了！我是有反甲啦，我没有，他没有打我，我没有反甲。哦，我这个有，可是他没有打我。可是你看，如果你们都弄成这样，他还是会传在那些奇怪地方、嗯，那到底要怎么让他不要传在那边啊？来来来，那个我们刚刚什么都没看到哈，这个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不动他，不动他了，对不起，站远点，站远点。他好像地板不能铺按钮，好像一定要搬砖。因为我们刚就是、啊、把船敲掉的时候，可是他最后有移到正确的位置，那个是后来，可是他应该一敲掉就要直接粘到那个下面，嗯，完了，我要飞起来了，因为我们旁边全部都压制完了，照理来说他应该是要直接跑，那你们就把他只能换半砖了，对呀、啊，快气死，漂亮，哎、欸，没事啊，反正也是要再重抓一只。没有，这边已经有那个手刚刚想重抓，没有，他没死，他没死，他没死啊！你们刚刚错了，你们那个了，没有，刚刚那个死掉那个是你们，刚刚我倒了一桶水，水他那个变白了，对，他比较对不一样。原来是幻觉，那是幻觉。那可以打掉吗？他的那个蛋蛋？啊，蛋蛋可以啊。飞弹可以打，飞弹可以打。要死！什么东西？小雨没有牌子，你看去找个牌子。什么牌子？命名牌吗？我家有。对啊，我家命名牌为了用这个已经全部用光了。来，波波来。完全不啊。九点前，宝宝这，宝宝外面，宝宝外面，宝宝外面，播广告喽。没有，这是叫我起床。哈哈哈哈哈！叫你起床，那也太晚了吧？箱子啊，箱子。哦，因为我不是前天就说，哦，好累，真的爬不起来。好啦，我要看九点起不起得来，还是起不来。好夸张哦！太累了。Baby， 哎，走。对。啊，这样吧。对，千万不要搬砖哦。对啊，然后我们那个啦，其实推的那个好像应该再往下，再往下一个，太高了。直接一推就是推到里面。那、如果你的活塞旁边放下半砖嘞？我刚刚也有在洗啊。对啊，就是直接放好。哦耶！那现在啊，跳下去了。他怎么受伤了？他的蛋蛋打了三下啊！他含机！他怎么在半空中啊？他没有黏住的东西了呢？对，他黏在虚空哎、欸！哇！啊！动了！推！等一下！不行，现在不行！我先把其他地方堵起来再说。嗯，我在堵。他那个位置还要再下往下一格才行。对，没有，先把他其他有办法可以传到的地方都先堵起来。嗯，你要不要先放一个可以让他再插一格的位置的可以传的位置那个活塞，就往下一个的活塞啦。对，然后顺到下面一点点。嗯，对，这一个。会，错了，方向好像很难放哦。这个方向难放、啊你，你可能要再往下一个，往下挖，往下挖一个。哦，你说我是往下放，对。哦，你站在下面。对，然后下面的按钮要打掉。记得放按钮。哎呦，放半砖。这个按钮要打掉。掉好了，是不是很讨厌我，一直射我？他知道你是校长，把你杀掉之后呢，就可以控制轻松高效了。看一下，哦啊，就是骇客嘛。他是骇客转身。应该可以了吧？我推了。好的。这一面，哪面？哦，没事，就是要让他往下啦。
哦，有，他没有动，他没有动，得用惩罚。哎、欸，动雷哦，他哎、欸，不见了，是回去了吗？我看，我看，我看。你看看，你看看，他在，他在，回去了，回去了。那你们要请校长移了，因为这边是冒险者模式。对，我们上次有那个、啊、有申请，他可不可以有一个准绳？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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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哦，成功了，成功了！来那个，成功了！波波跟小雨可以来讲感言了啊！来，来波波站这啊，波波站这，波波站这啊！谢谢小雨这个这个一个月以来的支持跟感动，他的物料上的帮忙，我的天，好感动，好想哭，我真的快哭出来了。你是在考？他今天是在考啊！换小鱼，换小鱼，换小鱼！来来来来来，这边都可以那个生存模式了。好，这边生存是好。那我希望我等下可以赶快拿到他的转身弹，然后他就可以去死了。接福棒了！我原本第一次去那个中间的时候，我只是想要打一下接福棒哪可以，结果就哦，这被我抓走了。一个旅程，漫长哎、欸，哇，这很漫长哎、欸。没有，我说我切生存模式的意思就是，你们现在这边可以放船了，做什么任何事情。可是他下不去啊，旁边可以啊，你可以放方块啊，可以啊，他好像上面是开的、啊。你上面是开的，上面用活塞把它叠上去吧。你不是可以放船吗？载它，然后就可以用船。可是要用活塞往上推、欸。可是船要下面要一格，它才有办法往上推。对啊。哦。我要把屏障破坏掉。方块载着它，它才能推。好了，那还是给你一个单了。转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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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掉它。给那个我们做最久的人来打他，来给来宾打，给来宾打。好，为什么不能杀他？快点，这是然后你飞起来了。你说有点像剪彩这样吗？剪彩，剪彩一次。请切下第一刀，不然我们的夜妹大军要来啦。好了，走了，好了，飞到天上去了。我不敢，我吓死了。这画面好好看哦！再一次，再一次。切他，切他，切身上，切蛋糕，切他，切他，切蛋糕，不用飞行，不用飞行，他赢了，这里，哇，这个剪彩仪式也太麻烦了，对啊，超麻烦，现在又飞走了，你打不到，剪彩，我要飞走了，我要飞走了，真混乱，真混乱，还要切，他被咬烂了，完毕，他被咬死了啦，你终于做梦，哎，真的好厉害。哦我去给他命名。好，你先回去把他命名先塞。我们有空再做那个借福下一个步骤啊，之后再说。哎，我们终于可以领钱了，波波。640颗，640颗。哦，啊，有命了一半，耶！富起来。你拿，你可以拿十组钻石。嗯。好，我等下我把包包放一下。哇，终于解脱了。我们终于解脱了。辛苦了，三包发什么事？刚刚你那个啦，就像刚刚那个混乱的情况，我们经过了一个月就好。他们在解这个啦，他们在解这个任务。哦，512颗哦。现在改640，因为刚刚那个太难了，他们已经做一个月了，改640。哇哦，并且命名，哇哦。对不起，我刚才差点想把他打死。没事。你们花了。好几个月的那个辛苦就被我打烂了，好几周啦，好几周，20周，对，好几个月有点多，也只是因为我们一周啊，那我们就拿五组，各拿五组就好。好哇，我们这次的节目安排的真刚好哎、欸，你看要九点了，对，怎么这么刚好呢？太刚好了吧！七种个性，这个好难哦。他放弃了。那个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啦，但是最近没有在运熊猫，因为最近太多事情要做了。对，那个是我在努力的目标。我们的钱呢？我
我之前怎么复？我之前怎么繁衍只有两种个性啊？好像就一般的跟功夫熊吧。功夫熊吗？对啊，有那个流鼻水的超可爱。我想要啊，但是繁衍不到，每个都不感冒啊。我都不敢了，现在感冒有点危险哎、欸，你可能很危哦。你可能要放那，你可能要用那个吧，水之石吧，把水之石吧。你看，你都生出那格斗系跟一般系的了。啊，我要去那个比赛地方。哦、oh, ，我要去那边集合吗？好的，差不多了吧？对，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哎、欸，对，有没有？然后轻装备之类的吗？啊，对，除了钓竿以外，大家装备可以留着，但空间就是 至少自己有空间啦。哦，好好要空，好。我穷的只剩下钻石。哦，好，我可以用东西跟你换哦。好，这好嚣张哦，你好嚣张、哦，你妈急拍坦呢？对呀、啊，急拍坦。天哪，你要嚣张，要秀哦。装备脱下来走好慢哦！可以穿装啦，位置装备可以穿着吧？穿上位置就好了、哦、对，因为你要自己点下东西，要自己捡起来。嗯，对。啊，身上满了啊！你们就是捡被东西被捡走，不要扯到校长的话，你们血流成河是不干我的事。不要扯到校长。怎么可以这样？前提是不是？那我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前提，然后我知道这游戏怎么玩的。小心不要拉我的池子哦，我一刀一个哦。那我不行。哦，那个那一刀真的很痛哎、欸。我现在是一刀一个、哦。血过去，我三滴血过去，我被打完只剩一颗心。不要动我的池子哦。走了走了走了。嗯。哇、哦，你跑好快哦。这就是我们的活动广场。为什么你在撸地板？我在撸地板。地板的、欸，对啊，跑好快、哦。你现在变扫地机器人了。扫地机器人。来，我扫一下地啊，借过一下啊，扫一下地啊。我是蛮正常的啦。来了来了。来来来，哈基不要动，来拍个照啊，拍个照。好好。哎耶！哎，包包挡住了，等一下你挡到。哇，这个画面实在太好笑了，我要传。我好奇哦，然后我传到 DC 了，然后 DC 看一下，看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啊？在哪里？我传到尖年年。啊，有了有了。为什么我是这样子啊？传机器人，你是非洲那边传送什么的吧？其实发发在遛你，对不对？啊啊！玩的啥东西呀？哎呀！你是说八八一狗？你是打赌输了吗？打赌输了，然后改名字，要输哦！哦不，太危险了！太危了，太危了！哎，今天我们的那个钓鱼奖励比较多一点啊！哎呦，是192，第一名192颗钻石，三组哦，终于是乐透哦！对啊，第二名的话呢，二是二 RD 吗？还是二啊 ？ND 吧，二ND 哦，二ND 啊 ，RD 好像是三吧？嗯，128颗钻石，哇、哦，也好多、哦。第三名的话，64颗，哇哦。然后呢，我们的限时时间呢，是等下游戏开始之后的半小时，半小时啊。对，我们就是钓鱼钓到的，这是半小时内才算哈，不然回家自己箱子拿鱼哦，那个都不算啊。观众作证啊！啊，你们只要捡到的啊，你们要交易，不要啦，不要交易啦，好不好？你说买分数啊？不要有交易嫌疑，不要，就是自己算自己的这样子。可以抢夺，不能那个。对，可以抢夺，对。然后呢，这里面呢，钓鱼半小时。啊，就是你们钓就对了，反正到时候钓对了。啊、限定，反正就限定在这个池子里嘛。对，啊，就是我没看到的状况，你们血流成河，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对，啊，好的，那原本想说这边是八个，原来是有九个人，我这边只做八个池子，没关系，我旁边走中间钓好不好？哦，你在正中间哦。对，那就准备计时开始哦，算分就是那个上面的看板上面这样子。好。我一下下啊，嗯，准备做计时器。那
好啦，那个小雨来这边，怎样？先讨好你，这样你就不会弄我的东西了。不错。来，有一种假的一直开始吧。好啊，等一下还没做完呢、啊，你那个一点点而已。哇，我木头不够哎、欸，哇，你只有一边的扶手。扶手，那你就靠这边就好。妈妈，那不然你这样子。哦，一边可以躺的，一边是可以躺的。可以，哎呦，不错。还有可以躺的，太爽了。你看我的都还比较廉价哎、欸。两格沙发，开心啊，没事。懂摸他鸡。哎呀，那计时30分钟哦。好。哎，计时开始。你怎么在做防墙？这样子比较高啊，比较高啦，这样才会过来嘛。啊，我的鱼！哎呀，你的鱼！是有人都要卷了，我啊，怎么说啊？我啊，比较赚呢，好爽啊！没有分手，掉到鹦鹉螺壳了。不是说算鹦鹉螺壳吧？不是，繁星，你怎么都在掉基本板上？没有人，我不知道。保护太高了哦，保护太高了哦。好、啊，我要坐在我的钱包上面。宝石，很多会掉到金矿。哦呦，哦，去死！吓死我了。这个人，请问这个人站在我前面是？我感觉你好像有一些石头在你身上哦。啊？有吗？掉进去了，那么幸运啊！每个人看起来都绿绿的。哎，哎、欸，爸，你看我手，太高啊！我看到那个画面，出事人，哎呦呀，这东西几率好高哦！看我手上这个东东，哎，爸爸，你看我，爸爸，你看我，哎，我也有。嗨，来了，第六集又来了，有被，他们飞下来很危险吗？好啦。哎，好了，哈记，哎，来了，又有了耶，好，可是你确定有吗？就是那个距离，像头上的第三方势力啊，第三方势力，哦，要这样哦，这也太麻烦，我的卷呐，哦，九环你，九环你。啊你有啊没啊你哪样你要顾我啦我不会啦我快快我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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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有啊，不会啦，也不会啦。你看，你往上看一点啦，你不要看我下面，奇怪呢。那你就打下面哦，你们打下面我没办法哦。他在下面，你没办法。是不是有点高了？你们是不是鱼饵太高啦？这样很棒啊！看一下，你不是你，我在钓鱼，你这你去找别人呐。哎，圆，绕到花园来看花。哦，圆，你干嘛？让我看看你，我宝石你吗？我绿宝石都被吸走了。给你了，我给你了。哎，可不可以白天呐？好恐怖哦！哦，没事，这是那个游戏部分啊。对，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对，板金，误会了。你好啊，你好啊。哎呦，不要咬我啦！你后面那个好像很绿的。我看呐。哦。咦！我的鱼。要。好，不然换一下是四。他应该也不知道啦，他应该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没事。绿绿的耶。
啊，好毒哦，好毒！不要一直撞我屁股！哎呦，哎呦，有不洗啦！哦呦，哎，有附魔书啊！阿旺，阿旺，看我一下。哎、欸，那个绿绿的再下来一次，绿绿的再下来一次。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没有、欸？绿绿的不是，不是。喂，那个也没有哎、欸，那个要瞧瞧一下，瞧一下。你们想怎样？那反正我们好，我们互看，我们互看，我们互看。叶妹在。啊有有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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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个要确认过眼神啊。对，确认过眼神。确认过眼神。啊！我中毒了。我的河豚，哦，外河豚，等一下，外河豚啊，胆子咋哭了嘛？你等一下啦，外河豚啊，我不会啦，累了，等一下，快上来啦，等等，又鹦鹉螺可啊，你好强哦，有两个鹦鹉螺可了，你其实很强哎，鹦鹉螺可不是不好钓吗？除了小鱼，宝物啊，是宝物。第三个啦，哎呦，哎呦，怎么又是这个？你好了没？骨粉，你好了没？你好了没？我还没啦，好多只哦。我没有反应。你去找，你去找，等一下，我受不了，我要打他，我要打他。你阿旺，你跟阿旺，你跟阿旺抗，你跟阿旺抗，阿旺也要。来阿旺抗。叶贝也还有，他是没有反应的。对呀，要调角度啊，现在没有。对啊，古罗可，刚刚反应有好神奇啊！有有有有，不要动，不要动，找一下，找一下。啊？是什么啦？到底是？发发发，看一下，看一下。有有有有。啊？什么东西？有有有有有。有马鞍呢？我有，我有，我有。我好了，我还不知道。对对对，还没跳到过。我可以看一下吗？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你看一下。对看，对看，对看，对看。你有这东西吗？你有这东西吗？我有啊，你可以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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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感谢感谢，我看完了，我好了，我好了。哎呦，这弟妹好烦，弟妹真的过分哎、欸，走开啦！你认真看一下，你掉出来了。啊，哦哦哦哦，所以要这样子哦。不然你知道大家为什么钓鱼钓一钓很乱哦？画面对，画面很乱，画面很乱，画面很乱。主办单位要不要管一下？哦，对对对对对。哦，好混乱。画面很乱。就下次如果要钓鱼的话，就要放一个床在旁边了，我要受不了了。不要再偷，不要乱跑，不要乱跑，那个。有没有啊？没有，他这个角度没有。瞧一下，瞧一下。哎呦，谢谢，谢谢，谢谢。我还顺便转一个石头哎、欸。转翻，转翻。转转转转转。叶、啊、妹，不要来了，走开啦！啊、我操，叶妹气死了，哎呦！白痴的哎、欸。你们到别到别到别，没有上钩了啦。那叶妹可以来点，就是绿的。哎，你怎么叶妹了？叶妹，叫叶妹喽。出事喽！叶妹好多，这又是什么啦？这真的画面很乱呐。这画面太乱了啦，场面异常混乱。哦，叶妹，好多叶妹，叶妹竟然多这么多啦！哎呦，这不是钓鱼大赛吧？是叶妹大赛吧？躲避球哎、欸，是好叶妹，她掉了一颗石头。对，好，她是好叶妹，她是好叶妹，好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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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有绿绿的再给我下来哦。啊，你有绿绿的，你有绿绿的过来。啊、哦，有绿绿的耶！是我钓鱼。坏轮。这样我好两难哦，好麻烦啊，这个好难哦。啊啊！哎呀，鱼怎么？没事没事，我就一直狂点我的左键了，好吧。啊啊！打死一只，打死一只。我这有看到绿绿的叶妹了，绿绿的叶妹。不行，不要再来唱片占我的包包了。耶妹，耶妹，耶太妹，警官太危险，这个今晚是很危险啦，今晚很危险，今晚是很危险，今晚是真的危险，
啊！我又中毒了哦！不怕，不要啦！救命、啊！这几率对吗？我掉了五个鹦鹉螺壳，哎，他不是、你就是你就是当初的小雨嘛？对啊，掉了五个，今天不是我，今天就是注定让你掉鹦鹉螺壳了。对啊，你也没了。请问你的感想是？我很痛苦。不要再掉钓竿了，是要掉几只？别说了，你们是不是海洋的祝福太多了？对，我海洋单而已啊，正常量啊。哦，受不了，叶妹自己撞死了啦，还给我一颗石头。外送员啊，外送员啊，中间先放一下，中间好多垃圾哦。啊，我等下想要去拿仙人掌过。哎，你家的，你家的中毒到我了，你是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是要怎样？赔偿什么吗？是不是要怎样？赔偿一下，是不是怎样？是不是撞到那招归我？上来上来上来，那边看不到，那边看不到。哎，挂不挂不？不行不行不行！哎，加油！钓鱼的钻石真的蛮高的。对，我蹲进木林，蹲进木林。我没有钓那么多。好，旁边有那个中介箱啊，空间不够，就自己用，好自己用。好好好好，有没有人要互看的？中间也太多唱片，你们怎么丢在那边啊？也没堆哦，好浪费哦！回收丢，回收放那个中介箱，我没有中介箱自己用，好不好？就是太有效了，这个有点难呢。有没有人互看的？有没有互看的？找繁星哦，目前没有。繁星开放组队哦，对，减一哦，减一哦，那减一，减一，减一，减一。互看加加加加加，立来立来，不是校长师吗？怎样？反盘你是要还是骗我的？没有啦，我只是在学。你在哭哦、喔，我还走过去。你那个就是人家做译者秘籍，然后就说哇好贵哦、喔。来乱的，请问可以再算便宜一点的吗？我小砍小砍五十万，我中间有那么多的事，就他们那些就是没有算分的、啊，丢中间的。有黑色唱片呢、欸，你、欸、拿一些啊，特殊的唱片。他说独蜘蛛，好吧，算了。你这个过去就不是拿一下了，全拿、喔。全部捡起来。清道夫。我的钓竿包为什么飞到阿旺的池子里面去了？没有，那是弓飞出去。你的弓为什么飞过来？你说 我不知道啊。我上钩的时候他滑过去的。我把它丢到中间了。好好好。阿旺有一个很厉害的，你。哦。啊，我卡巴提。啊，这样卡巴提很容易撞到、欸，怎么办？晨曦了，晨曦了。我不要。啊。哇！我吸，我吸，我吸！你怎么在中间开戒符啊？好猛啊！有唱片，当然拿下啊！好好好！活跳跳的现捞鱼，先拿走啊！宝石全拿走，还是他其实有看到中间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好啦，那个繁星互看加加加，我自己真的要了，真的要了，有吗？我好了，有人直接掉钻石啊！不瞒各位，我已经掉了25颗钻石。好猛哦！我的绿宝石要飞了。你就先。哇！如果你今天在那个中奖的话，你就是超级那个人。真的。小雨快不用中奖就有那个三奖了。我快要拿到第三名喽！自己掉了第三名。第三名喽！上我看到一个鹦鹉螺壳直接飞去小岛身上了。OK。哦，有鹦鹉螺壳来了。哦，不要鹦鹉螺壳的。两张防爆了，大家都不要了。现在不欢迎你。好，感谢小哥，是不是没欢迎啊？不要给我无限耐久三强力士。哦，那 UHC 掉到一定很强，对啦，可是现在不是 UHC 啊，你可以拿来射人啊，呀，你可以现在来干扰对手，我都有强力石的功能，为什么要这一把？对，你有强力石的功能，就是因为射不死人，人家抓不到，有没有？应该不是团团吧？团团的功很痛啊，
哇，好强哦！哇、這個、哇，没死哦，有食物。你真的差点把手东西吃掉了。直接拿起来吃掉，好吃好吃，好分数吃掉了，好可口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嗯，我的打起来，因为、欸、中间有命名牌、欸，谁不要啊？滑雪鱼跟烤鲑鱼，那我，嗯，啊，你掉起来是烤过的，没有，因为他用他的刀打，他的刀人，没有，现在也算了，生的或手都可以的。那。那我的主持，我的打开一下喽。啊，我原本就我的零，我的主持是烤鳕鱼、欸，我也是烤鳕鱼、欸，哎，那不行吧？不行，自由新政，自由新政啊！我突然好想吃烤鳕鱼哦。我们是自由市场，我们是到几分啊？还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啊，所以还要再经历一次页面就对了。你杰克在干什么？杰克在干什么？杰克在干什么？快打、啊、快打、啊！打他！打他！怎么打他、啊？攻击卷呢、欸？他不打一下吗？嗯、中间，哎、欸，嗯，哦，掉苏伟，转转转转转，掉苏伟，苏伟啊！哎、啊，都给你们机会、欸，对不对？哦，有机会、欸。不要动我的河豚啊！我的豚子已经举起来了，不要动我的河豚哦！还有一些呢，小心、喔。起，我看看嘛。我知道有这个东西哦，不要动我河豚啊！我看看呐、啊。所以你那个河豚是要留着最后一只杀哦？有任务吗？有任务。只是任务那个叠在一起不算哦。慢慢。它是一一哦。嗯。一只一只慢慢慢慢来的，还是一只一只慢慢算？又、嗯、有人掉到狐狸趴喽！哦哦，白痴哦，怎么都是这个？哎、欸，看错了，看气了，打太多。耶耶耶！芳芳，我帮你处理好不好？芳芳，我帮你处理。我也要你。我帮啊，好吧，好吧。没事，我快死了，我要回去补血了。我快死了，为什么？为什么有见死的？见死啊！见死！哦，你他记到了吗？我回来了，我补完回来了。你太快了吧，太快不好啊！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谢谢爸爸。杰克，你好夸张！天哪！你跟你好坏哦、哎！好夸张、哦！我掉，你怎么掉到一只？你掉可以打这只？哦，好诶、欸，好诶、欸，人太邪恶了。我先借，我先借，我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是不是？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为什么你的比较小只？哎、欸，你这个盒子是摇啊？杰克怎么比较小？杰克为什么比较小的是啊？哎、欸，你捡到我的。我怎么打不到啊？你下去打呢？可是会，这是你的。啊，我的箱子都好。我怎么下？你怎么要怎么打它比较好？要不然，你给我。啊、好，给你。这边是不是比较小、啊？我帮你处理。哦，你帮他杀鱼这样子。要去头去尾哦。这鱼是去尾去内脏。要去头去尾的哦。大肚鱼去头去尾吗？那个啊，布拉希啊，布拉希啊，布拉希，布拉希去哪里去？请问怎么去？什么啦？我要吃布拉希的鱼眼睛。你不是说你阿妈帮鱼眼睛？他上次不是说阿妈帮他处理那个吗？哦、没有，我就跟我阿妈说我想要吃布拉希的鱼眼睛。我的天哪！我吃布拉希的鱼眼睛要挑多久啊？你就是在苦力阿妈。对、啊、哦，那很小的时候了。哎、欸，不对，小雨，你们这边比较好回血呢。我们这边也没有吃到、啊，我们没吃到那个啊。哎、欸，没有吗？我们这边也吃不到、啊。哦。所以我的血是有扣没有？好。我短呀。既然那也变 Z 了。现在还剩几分钟啊？现在剩下十一分钟。哦，还有十一分钟。哎、哦、呀，还有九。哎、欸，今天真的是钻石的好机会耶！对呀、啊，對啊、你香香香，是佛心那个校长有没有？对啊，太神啦！
太神啦、啊！我防爆卷快爆炸啦！太爆卷快爆炸了！你是掉太多防爆卷，我一张防爆卷都没用哎、欸！我应该七，啊、我应该七张了吧？我六个鹦鹉螺壳了、欸，好夸张、哦！你这是鹦鹉螺壳的日子哎、欸！鹦鹉螺者，鹦鹉螺杰，鹦鹉螺杰，好不好？螺杰，螺杰，走错节目了。哦，杰克，你那个好好哦。你要不要？来啦，放。不要，不要，不要。我现在不需要啊。钻石。现在就需要了，有借有还啦。还有十几分钟啊，自己死掉了，好不好？还有十几只灵。十几十几只灵。墨鱼走开啦。如果后面真的不行，再来借。啊，他已经死了。没事啊，等下不行再来吃、哦、他又来了，他又来了，我的天哪！啊，先丢进去。这里啊，怎么又有这是什么？哦，有有有，嘿，说啊我啊，怎么会有墨鱼墨囊？又在乱呢、啊，嘿、欸，怎么了？哎、欸，有声音吗？有啊有啊有啊有有声音有声音有有有有有有。啊，我的池子怎么越来越多根钓竿了啦？有人在丢垃圾啦！这都吸到我这来的啦！我发现我戒符盒里面怎么会有命名牌？吓到！喂，观众有雪亮的眼睛。看看，嘿、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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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谢谢。我说，对，看一下。好好好，天哪，吓死！呀、yeah, ，我觉得好恐怖啊。没事啦。好恐怖啊！恐怖死了。我又河豚，他今天刚不知道打，给你打了两只啦。不要了，哦，不要了、啊。竟然不要了！可是那个任务好难哦。因为你没有装备啊。哦，我的天哪、啊！四个。哎、欸，而且发，你现在是不是很慢呢、啊？很慢，什么很慢？你说我走路很慢？对啊，因为你刚死掉。啊，对耶。去楼上缴钱。哦。哦，要缴钱。啊，还要缴钱哦，这样吗？我都死了还要缴钱了、喔、可是除了走很慢会怎样吗？没有啦，是缓速跟虚弱啦，对吧、啊、就还 好那可是他这样打不死哦。对耶，你还是缴钱了。他刚刚一直打不到东西。对啊，弄掉弄掉了弄掉了弄掉了，有啊，正常了正常了。我想说他怎么打一只河豚快要打一百年，我怎么叫他命名牌啦。哎呦，哎，命名牌不是有分吗？很好啊，你不要，我可以。哦、他没分，哦、他有分啊。好啊，你不要吗？那你不要可以给我们啊。没有，我以为他没分呢、啊。下啦，真是专门资源回收分类的。木碗就没了吧？有啊，有啊，有啊。留着，留着。对啊，对对。你看哈记刚刚捡垃圾了，一定有彩蛋，有没有？第二波叶妹，第二波叶妹太多了啦！叶妹又洗天，叶妹又来了，叶妹来了，叶妹啊！怪物进攻，怪物进攻，叶妹大进攻！哎，故意挑九点，是不是要等我们都三天没睡啊？啊，对，都忘记要睡啊！哎呦喂呀！哎、欸，怎么差不多？他变大了啦，太大了！哎呦，看一下嘛，那么帅！哎呀，怎么那么大只啊？大只啊！好大只哦，小雨盖你头上。有啊，我看到。好可爱哦，可以带回家养吗？他是卡住了，画面很乱，他卡住了，他卡住了，他还在解那个面对面任务。至少他们飞不下来。对，好可爱哦、喔。哥他耶，他超挡视线的。他出现在你前面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啊，干大只啦，好干扰哦，超麻烦。总觉得他没有比较。他们又比较
还是一样烦。另类的烦。对。至少不会中你一下，中你一下。是没错了。看到很多双眼睛都在干嘛？哦，不要打一下，快死嘞！为什么？比较强。哈基，你屁股有小丑鱼。哦，哎哎哎，哈基要打一下超痛是正常的吗？应该不正常吧？对啊，我刚刚被打一下，我血是三颗半哎，我刚刚原本是快三颗哎。你应该不是夜被打到的，你是苦力怕炸到吗？是被人打到吧？那我是被谁打到？被人打到了。会这么痛的，我觉得，嗯。我离很远了，可是刚刚我旁边有人吗？没有吧？不知道，我没有走过去。我刚刚只有看到岩妹咬我一下，好可怕哦！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一直看错耳朵，哎呦！不然你等下，你等下被他打打看。管一下后面那这样我们改名要改什么？看一下，看一下。哎，你要看那个页面上面名字有没有上面写个 logo， 写哈基。有吗？等一下，好，感谢。哎呦，大师，可是我不知道他的 hitbox 在哪里，我连想打他都不知道打哪里。三加 B， 哎，他 hitbox 其实蛮大的哎。三加 B。哎呀，我飞下来。哎，小只的，里面混出小只的了，白痴啊！他们生宝宝，他是航空母舰啊。哇，他们是子母鸡耶！哎，好了好了，哎，真的啦，你叶妹真的很痛啦，死了啦，我被打下去死了，打死，你是被打死啦，体型最小的推攻击力是不是啊？我觉得是啊，好肥啊，好吧，好吧，借看一下，有问题啊，反正都要要，是，好了，画面好乱，好，谢。所以就是我的他好抖、哦，没有，我被打一下也快死了。会发，超爆痛，好乱，画面很乱，这画面也太乱了。哎、欸，我刚刚死掉，我就直接去睡觉就好了。啊，对，不是你睡觉，其他的还是咬你的啊。白天呐、啊，没有白天吵会，他们就烧起白天，哎、欸，反击吧，你看反击有没有超痛？被吃掉哎、欸欸，瞬间哎、欸，我的汤也吃掉了哎、欸。好可怕哦！主办单位，我相信他们讲的是实话了。主办单位，我相信他们说的是实话了。精英怪，他怎么连精英怪都来搅局了？哎呦，太多了，画面很乱，画面很乱，画面很乱。主办单位，主办单位痛，很痛。哦，所以真的变大只。哦，好痛，好痛，好痛！都小只的，很痛。哎，牛，你在这里？快跑，快跑，快跑！你要出去吗？奥斯莱，奥斯莱，来了，睡觉了，睡觉了，太乱了，太乱了！太乱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我要去睡，还是下雨，还睡完了，睡完了。哎，打 boss， 打 boss 啊！打 boss 先，打 boss 先，实在太白了。主办刚刚没有说打鱼比赛会出人命的呢。有他说在他那个视野范围，他说什么不管。对，他都没看到，他没看到。我其实前面有讲过很多次啊，那个血流成河不跟我的事。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哇，灰灰。是哥的吗？就对，那个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嘛。我没有说这是一个和平的钓鱼比赛啊。不知道他钻石多少颗呢？我是有想说可能会打起来，是没想到画面这么这么夸张。他们急嘞，我不知道钻石多少颗呢。刚刚等下再发，等下再发。你不是做慈善的吗？先加一，不是不是，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有哎。那团团也是做慈善的，记得吗？加一算人数吗？看一下，我没钱了，做不了。各位剩下一分钟半哦。好，好贵。该做的该做一做了哦。该杀了哦。求一只。海豚吗？你要杀海豚吗？海豚。哦，真的假的？我刚才把它打掉了。你刚刚掉到海豚啊？你掉到海豚了？我掉到河豚啊！我掉海豚的，我都没掉过。不能讲得太明显了吗？
那所有人都知道了。请他那的时候不能讲出来。我们要昵称，昵称，昵称。嗨的。刺刺的啦，刺刺的，刺刺的，刺刺的。仙人掌。哇，我的垃圾都往你那边飞，好棒哦。看不到，你们怎么都那么会看呢、啊？我真的真的不会看。喂喂喂喂喂！嘣！杀了他，有书可以拿。去换个人，换个人看一下。哎呦！你就去看一下这个。安、啊、是什么？哦、，nice nice nice， 好，谢谢。可以。嗯，合作的。看一下我的鱼，不知道有没有上钩了。好，看一下。不是墨鱼，不要闹哦！马上看完。可以，你真的很会看耶。我已经抓到他的那个了，好扯哦！抓到什么？谁还有那个河？有没有海豚？海豚！我要海豚！我需要两只。时间到了，不能再过了，对不对？结算了，结算了，好一只星星。啊！我看一下我多少啊！我天哪！没有，我没有。哎、欸，不能跳喽，什么都不能做了。中间的安也不能捡，对不对？不行，不行，中间有一个痕迹在那里。哦，等一下，你丢对不对？对。你以为安没有用，对不对？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要放个箱子吗？大家要不要？对对对，大家去拿箱子，去拿箱子。靠，是还把鳞甲丢掉啊？哦，真假的，你有掉到鳞甲哦？我丢了几个。我掉了两个，我也只有自己认你一个哦，一人印证。那你那我这个，丢了一个，照顺序放的，照顺序放吗？好啊，对，照顺序放，这样比较好算嘛。顺序是这样，看一下，是的呀。他河豚也有哦，河豚有啊，对啊，很赚有啊，河豚超赚哎。啊，三分，啊，这个你们那个。秘密道具啦啊，那个已经现在结束了，可以讲了啊。嗯，秘密道具，如果你没有解完的话，就只有算那个上面的那个分数，三分。哦哦。然后如果解完就是进化这样。对。进化了，好的。啊，所以鹦鹉壳没用对不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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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没有。我还是要放在里面，不管，我要放在里面，不管。我秘密牌，我要拿小算盘来算。对，我要记录一下。1 1 2 3 3 4 5，你不要念出来。我要怎么算？1 2 3 3 4 5，没有，我在看它上面表定分数。哦，我拿手机把它拍下来。这个是五分，不是爸爸的头可以借扣一下。爸爸太前面了。那我看一下，我算一下。鳞甲是五分哦。三对，那安也是吗？安四分。哦，好。一二三。四分 ，OK， 好，我看一下这个的话，八，呀，我要拿笔出来算，就是拿笔出来算，为什么用电脑小算盘算就好了？哎，可以哦，哎，对，哎，六六，我算完了，我算完了，啊，我还没算呢。我算完了，欸，所以热带鱼是五，完成任务是五分，那没完成任务是几分？三分，三分，好，没完成三分哦，再加三，加四，加十，多少？十五，加三分，两分，三加四加四，三分，加，反正你好会掉哦，三分，十等于八，这是什么？二十二，六。加三，大家都在算了。加十五，二三三，加好不好？有验算了，我也算完了。好了，有我验算完了，我验算完了。我也是验算。我再算一次，我再算一次，看一下。我要再算一次。你聊天室有人帮我验算了？我也是，算一下。帮我验算一下，好不好？帮我验算一下，帮我验算一下，帮我验算一下。那给我算。各种利用你的观众，我怎么少算两分？九十，你怎么少算两分？这个三分，我刚刚越算分数越少，一分，越算越少。观众帮忙，
好像算错了，应该其实我上的是数学课。对啊，我上数学课，我应该是算对了啦，对啦，嘿啦，是6788324，应该是这样吧？啊，观众帮我看，谢谢。啊，跟我算的一样，再跟我算一样，好好，我觉得。大家掉起来都好猛的感觉，为什么我算的比观众算的还要多啊？到底是谁算错呢？奇怪，怎么会多了三十几分啊？太多了啦！太多了吧？你怎么弄的？验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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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算一下。有啦，有三个，有四个打一样的数字，好，就只有我错，对不起。好了，肯定是靠你们算的。对啊，真的要靠观众，有头好晕哦。我已经在整理箱子了，太多了。那我先上个厕所，大家先慢慢打。好，那我去上个厕所。大家慢慢。有人有掉到水瓶吗？没有哎、欸，没有。是不是几率调很低啊？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有幸运吧。它是属于垃圾类哦。哦，所以搞不好有人用垃圾钓竿，搞不好也猛哦。对。对啊，有可能。这就是给一些都可能没有冲上去的。一些 buff 这样子哦，还可以哦，原来是这样啊，安四分，嗯，好了，我也算完了，我要去补血，阿进能不能帮我消除一下死亡的那个？啊，我也是，啊，好，啊，你们刚刚都不能死哦。被那颗夜没收啊，他还把我的汤吃掉哎、欸。啊，保险！我还说你们装备穿着啦，没关系，穿着就好了。对，我穿着啊，当汤也被吃掉哎、欸。啊、穿哦，我们是穿着装备，然后直接被打掉两条血，超痛，好猛哦、喔。噔噔，哎，噔噔，比大小喽。26条哎、欸，好猛、喔！怎么有人在偷看？我看我的箱子怎么是开的？多亏多亏。好贵啊！哎，我们来稍微，大家都回来了吗？嗯，来了，哎，大家刚才站在各自箱子上面。好的，好的，等我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公布了哦。我们那个鳕鱼，大家各自打一下，你们有走几条鳕鱼？好啊。鳕鱼吗？鳕鱼啊。鳕鱼各自哦。OK， 好的。几条嘛？要不要钓最多的额外加分吧？哎呦有可能哦。那我要先记一下我刚分数多少，必须乱了吗？啊，来一二三，啊，43，你是鬼吧？43，哇，43，那再来是鲑鱼，好，哇，你怎么一般的鱼都看起来好多？29，鲑鱼啊！哇，小雨的算最多哎，这样子。鲑鱼超多的。扯哦。再来是河豚。好。河豚。哦，杰克蛮多的啊。哇，有河豚好多。哎。啊。然后。再来是热带小丑鱼，热带鱼。那它是单纯的嘛？就单纯的加分的不算，加分不算，单纯的不是你没解完任务的也就是算在这里面那样子。哦，没解。傻眼，这是怎样？这是没解任务的吗？没解任务的，这是没解任务的，没解任务或者是钓到热带鱼的。哦，这不是积分五的那个。嗯，哦，那我六只算多的哎。哦，哇，你们第六个没有热带鱼那么多。对啊，就单纯热带鱼，哦，不鬼六只，哎，单纯的哦，这是算，不是算只数，是不是？单纯，对，单纯或者跟你没有解完的，你没有解完的两只，哦，对啊，哦，是这个，这算二，这样算哦，好，对二，嗯，哎，是命名牌，命名牌。命名牌一个，大家都快狂开箱，肯定蛮很多哎，五个是什么鬼啊？哇塞，五个，太强了，太强了，哇！哦，再来是满，我们找不到选字啊，安安的话是，哦，你们六个哦，六个很多哎，太多了吧？就这个钓比较多而已。我记得很光分，因为我的垃圾都跑到阿旺那边去。
然后再来是这个乌龟壳的鳞甲，那个是只是我是用那个指令叫出来的，所以正常来说钓鱼是钓不到的。哦，三个很多哎、欸，三个，我九个是什么鬼啊？我这个是幸运套装的人呢、欸，幸运套装是不一样哎、欸，真的九个，太强了、欸，九个好扯。然后最后是大家解任务的、嗯、任务的鱼，等一下啊、哦，加五。任务，来几个？哇，二十八哎，哇，很多哎，对啊，你结很多哎，哇，那这样最后总分啊，各位算一下啊，已经算完了，对，我的功嘞，分了，总分，各位可以打一下喽。哎、欸，我跟小雨一样哎、欸，你们怎么跟我一样啊？哇，我们这么多，好哇，好神哦，好的，好啦，那我们第一名就是杰克啦，耶、yeah, 哦，好强哦，好，哇，任务挑战啊，来包包金矿啊，192给你，感谢。来，第二名是哪一个？繁星，我，繁星，繁星，237是128颗钻石，恭喜，耶、yeah ，恭喜，恭喜！再是第三名，月月，233差四分，差一点点，哦，真的差一点点而已。小雨，我们俩的第四啊，四位。哎、欸，不是、欸，我觉得我们这个分数这么多，然后我跟小雨可以同分，超扯，真的很夸张。有可能是有坐那个椅子的关系吧？啊，那个椅子力。哦。好啦，那各位呢？其实今天的这个主要钓鱼活动呢，除了是考大家的生存，就是钓鱼如何钓鱼，能够在野外养活自己以外，还有其实我主要是要考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嘛，一开始其实我隐藏了很多不知道的资讯。这件事情其实在社会上你们常常会遇到，就是可能就是他们说假扮名义说什么什么，感觉好像很好很好玩，但事实上里面暗藏了一堆陷阱。像例如我没有说在打钓鱼的时候会有什么状况发生，这个都是我其实预先安排好的。哦，对，其实中间有像。有，我有设定那个晚上，如果你晚上的时候钓到有一些特定的鱼，会出现夜妹。哦，所以它夜妹怎么越钓越多？难怪夜妹那么多。对，所以你们睡觉其实也是没用的。哦，对，那不会把那个白天啊，就只是弄白天啦，对吧、啊？就变成白天。是个、啊。对。然后还有，这是意外啦，就是考大家的数学。对，哦、没考观众的数学。叶妹攻击力是，叶叶妹那个是那个也是意外，但我不知道有人调大之后攻击这么高，攻击咬死了。他们后来有人说就跟史莱姆一样啦，巨型史莱姆打的特别痛，越几级越痛，越级越痛，是不是？嗯，这我还真不知道，好扯哦。又学到一课了，对，又学到一个了。嗯，好啦，那剩下时间就自由活动喽。好，小雨，这些东西我们就带回去了吗？这可以自己带回去，可以自己回去吃啊，沙西米啦。只要加五积分鱼，加五积分，加五积分鱼，你们可以自己拿去当纪念啊。啊，不能烤。小丑鱼，小丑不能烤，不能啊。哦，小丑只能单独吃啊，拿去喂那个加五积分鱼，拿去喂龙源。不能啊，是活的，是活的，对对对对对对，他不吃死的，他是活跳跳。哎，所以小雨，你总共掉了几个钻石啊？38颗。哇哇，很多哎，要差不多。那你们那个嘞，防爆卷掉几张？没有，我没有掉到，我掉两张还是三？九张。对，我心中真的很强。最大赢家其实是繁星吧？对啊，又有钻石，又有防爆卷。哦，对，我你们刚刚有来打那个 boss， 除了 Bobo 以外还有谁？我把那个都没有打，所以是 Bobo、小雨跟繁星，应该还有一个发发有吧？哎，发发发发发好。我刚刚是不敢打，怕打他是血流成河。超危险的，钓鱼场集合嘿！哦，团，你可不可以先帮我拿着？我等一下找你拿。
我去打肉肉。哪一个是钓鱼场？就刚刚那边那个。哎，小雨，你把那个走了，算是活动场地啦。只是未来就是有什么活动的时候，那边都会就大改，中会全部大改。哦哦。所以那个水池之后也会填掉，之后换其他活动。嗯哼。哎。然后杰克，你刚刚飞走的时候啊，喷了一个烟火在地上。对他捡不起来，很奇怪。他捡不起来，应该是那个捡不起来效果的效果的。对。哦。刚好身上满了。他记这个。五个嘛，对不对？嗯。啊，这个杰克的那个啊，要叫杰克来拿。要他自己要来捡。对。发发发发发发。来历。你发发发。要要要。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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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颗啊？九颗啊？九颗。啊，你吸到了吗？我没有。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现在那个商店功能还能用吗？可以啊。哦，是可以用的哈。哦。啊，然后啊，除了这个钓鱼比赛之外，大家还要想一下，你们要创什么社团？啊？有有有。嗯，对，我们下礼拜就来抽社团教室。好哦，好，谢谢爸爸。哎，你们两个在什么？在干什么？干什么？爸爸的东西，你这样，不行吧？不行吧？哎，画面很乱，那个是刚刚画面很乱，赚自己赚的吗？那个钱？哎呀，我打精怪的。啊，那没事没事，那个刚给我系统给你的那个不能乱给啊。是系统的，没有你我只给他三颗而已。他自己下一次要发给他们，你要先发那个来宾专用，来宾专用，不要命名，注明要注明一下，工商之力。我问几颗？九颗嘛，九颗。对对对，来分三颗。没事，我拿了发三分之一的财产。错，没有错，就只有我三分之一的财产。没有错，没有错，我们输了。啊，对，还没打副本的，赶快啊！对耶，对，剩下十分钟哦。我也要去，我去打个卷就好了。我也是。那小雨，我们两个就直接去好不好？来，一起打卷，两只一起。哎，打卷，那我也要。纯打卷，纯打卷，打卷。我要打猪肉。我地狱打猪肉。冰狗嘞！我叫王不应该开这个，我要打一下。没事，但你。搞不好会死掉。那更快。好像也是哦。打这个速度有点太快吧？哎，都是哎，我是用几倍我不知道哎。没有，你速度是2.5哎，很快。给你一颗。为什么？因为我写，给你一颗，没有用很多。还好还好。哦。我希望你中大奖再分呢。Yeah。领钱领钱。喂，帮你跳。哦，一刀一刀。你刀一刀，我掉不知道什么卷，没空看了。等下再看，等下看。等下晚一点再看就。跳啊跳啊！分享快乐。纯拿卷，纯拿卷，速度快的。去你们去。出来出来出来！拿卷纯拿卷。好，走了走了走了，别走。等等等，确定要走哈。哎，包，怎么了？送你，你可以进去玩，你可以进去玩，进去玩，进去玩。帮你送啊，多可以多一张简单，可以多一张，多一张简单，很简单的。桶旁边没有发光，桶那边发光，哎呀了，有了有了有了，进去，走。哇，好，有四个人 ，go go go， 好，好，一人一个角落，一人一个角落，好，角落，我被选好了，我要排队。This one， 速度很快的，啾，你打超快的。嗯，我应该至少放个速度，不是时间呐。哦，有收起来，对啊。等我一下，走开，走开，走开！可能是那个遇怪的剑。哦，影帝，影帝，这个就很方便。你可能或者影其他，还是有打法吗？哦，我以为是那个怪物打我。没，我好快哦！好快哦！有，我拿三张卷呢，我没吸到啊。那你给他，我拿到一张，我拿到一张，给发一张，给发，发快，放心，来这里。什么厉害的宝物？那里面的同学出来再分。好，出来了，我们感谢感谢，来，赶紧说。你快忍不住了，对不对？对，快憋不住了，快点，快点，帮忙睡觉，谢谢。我去睡。King 困了，爸爸困。还好，
有人提醒我还换换装。来啊来啊来啊，分啊分啊，十颗十颗分啊分啊，分啊哇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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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赚爽赚。你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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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哈哈哈哈哈！那等你下次有来伺服器的时候，没事，你下次有来伺服器的时候嘛。好，好诶，好诶。你现在拿几颗？你现实还他几颗就好了，没事。哎，对呀。哇，哇，哇，这个渣子！对，我给你一组。完了。我先跑路了，明天就联络不到我。先跑路。哈哈哈哈哈！那发完就 Apex 有没有？哦，没有，我有事，我是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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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一光点，然后光速逃跑。对，不敢打了，不敢打，这也不敢打。不敢打，不敢打。每次一打打到一半说，哎、欸，那个东西你记得？啊，那个有点不舒服，我心里有点不舒服。直接没有，已经没有讲说不舒服了，直接把自己网线拔掉。直接假性断线。对，假断线。啊，你刚说什么？我刚断线没听到。我刚电脑蓝屏呢。哦，真是难，真是不好意思。哎呦！哦，我痛！刚听到了打到人的声音，打到人的声音，谁被打到了？是我被打的，我被蜘蛛抓的声音。哦，你被蜘蛛抓的声音，蜘蛛抓。所以你们的策略是杰克引怪，然后反星。我还要穿幸运装吗？应该不用了吧？不用，你可以直接 A 掉。好啊，钱不多而已。哎。这是初一打三，这是什么闪现？这到底是什么闪现？打不到，什么闪现？什么闪现？烦了，仙人。你知道那个音调是哆瑞咪咪瑞哦，哆瑞咪咪瑞啊。通关，哎，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那我要把我这个剑弄到啊，怎么锋利？怎么还是会掉到这个？啊，现在还我忘了弄掉了。有哎，锋利死了！哦，好猛啊！封死，封死，封死！哎，他怎么有人玩第一天就封死啊？对呀，他有工伤，他就不能当账号嘛，没办法，工伤账号，工伤是有调几率的，账号几率不一样啦。现在工伤，赶快去抽卡，对啊，快抽卡，快抽卡，现在几率啊，快抽起来，抽起来，几率啊不啊不啊，不行的，让我打打看你怎么样，想去抽，想去抽，我中可会爆哎，来吧，好的，不要，我已经打这个。没有，二一二，哎，我可以走。查自身属性，不是，是天，我是不是 RDC 了？没有，我打这么久，吓死我！你对自身属性按右键啊，可以看，可是好像是后来说不是那么准，对不对？对，要打指令，要打指令，指令会最准。那个之后再改，会改成就是直接就是上面就是写那个了，但你不能查说它数据是哪边来的。因为麦克没提供这个东西，没哈，是没错。我看一下，我来冲一下，1280，1280，什么啊？六而已哦。看来发发对巧克力怨念很深呢，他一直砍巧克力。啊！抓到了！你要喊你？发发对巧克力，他不是砍巧克力。抓到了！他离我最近吗？哎呦喂呀！啊！用掉纸币了啦！你要用强绿吗？
对，强绿第三次了。哇，这个是强绿爆！强绿，你这不能用强绿，你以后强绿卖给别人好了啦。你刚刚骰子骰子写多少啊？骰子写多少？97。哇，大失败耶！我的天哪！你以后真的不能用强绿了，你强绿要卖给别人。不玩了，你就拿到强绿直接卖人了啦。对，你要卖人了。我跟你讲，一堆人会收啦，真的。不玩了。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讲哦，我强绿，我现在真的没充过，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充，真的不要充。真的是不行用强绿卷，我真的我强绿真的到此目前都没有充过，他已经爆三个哦，真的扯哎，好夸张哦，负面的强绿。对啊，你是拼命的强运哎，10%，不玩了，真的是可以抽卡了，太难过了，是抽卡大 boss 准备退坑这样吗？抽卡大 boss，你是不是往好处想，搞不好人家抽奖就中了，对不对？哦，先不要这样安慰我，谢谢哦。先不要这样，你想一下，人家中的还是别人，都是别人中的。你今天有五组赚了哎。够了啦，对啊，哦，我好处想嘛，对对啊，好啦，也是啦，无所赚，准备开奖喽，开奖，帮助，哦，中奖啦，哇，好扯，好扯，哇，好呀，太扯了吧！第一次来了，马上就怎么有这很夸张哎！哎，你真的是内定，二十的女生，二十的女生，账号哎，内定啊！哇，是乐透女生，哇，太猛了！所以我应该让发发抽冲，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工商账号。这个工商账号拿那么多钻石，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决定分给大家的，不好意思，可以吗？可以分给大家吗？这么均分是不是？种的是可以的，种的应该可以吧？啊，可以啊，我们这边大家吗？可以啊，你要看你要怎么分啊？你要怎么分？怎么分？你现在中奖几率是100%。你看这个这里是，你看箱子有多少，然后再看你要怎么分。你们撇除你是八个是不是？对，八个，一。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可以拿14个是吗？这个拿14个，没有，你就一个拿起来，左键按住，分八个就好了。它搓成八条。哦，我帮你。哎，太棒了，太棒了。啊，有人帮分，有人帮分。哦，好多，这样也好多哎，好棒哎，好棒哎。好耶，好耶。有，自己拿。多六颗。多六颗，还是那六颗就留着下一次啊？六颗，好可以啊，也可以啊，对啊，好耶，好耶，谢谢爸爸，谢谢爸爸，谢谢，好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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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多摸他了，爸爸中奖哎，我的太扯了，好扯哦，祝大家都要快乐，祝大家都开心，后面是不是要寄一个来宾发发中奖啊？对啊，帮记一下，帮可以可以可以，上面那个放一个。我们等下把那个共估的那个下面挂号发发一次，没有发发中奖几率100%，对啊，100%哎，100%，哎呦，为什么？啊，你随便做，是乐透女神啊。对啊，女神呢？乐透女神呢？乐透女神拿的，但是乐透女神做，给你做，给你做，换我做这个，你去做，你去做。我做，你等要件，你等要件，你做。空手，不要那东西。有，你做。这个为什么会不？啊，对啊，那时候有人下线，酱油坐着下线。嗯，好啦，今天的轻松高秀到这边啦，感谢大家。今天的钓鱼活动好玩吗？好痛哦！很高兴。我还想说纯粹钓鱼有什么，结果超多东西。我想说钓鱼钓半个小时，对啊，钓半个小时有点久啊。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嘛，哎呀。对，好，下一次呢，各位可以再想个礼拜啊，下一次再讲说你们要加入什么社团。好。先到这边，下课。耶！看一下哦，他们好像在玩，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
我去看一下他们，因为菜渣他们还在玩，玩那个我们上次玩的东西。气没出口，爸爸一直。那里有一个洞，完了会死的。五七八，我去问问看。有一个洞，好吧。怎么办？跳过去了。哦哦。我来开门看麦。Hello。哎呦，老赵，老赵，你们玩到哪里了？哎呦，老赵，增加难度喽。哎，不是有上去个什么东西吗？哎。换人了，还有办法直接进来吗？不行，哦，要等我们选关卡的时候。对啊，哎，看到了什么按钮的样子？叫什么？没有，他们要玩我们上次 Amigo 玩的啊，就是整部都是精华的那个啊，那个像素很可爱的游戏。好，我这边先离开，去开游戏。感谢超级留言。等一下哦。啊，上了。这样对吗？啊，掉下来了。掉下来是正常的吗？哎、欸，是。然后呢？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嘿，嘿。这不是有上面的路？刚刚上去的路，这里，这里。换人了。轻轻松松。OK。Oh no! Oh no! 哦。哦、要原路回去吗？所以前面又有一个洞，好过分啊。那你们记得在哪吗？可是这里的路长怎么样子？就是那边你们正上方有个洞。开始游戏。听过，把手机放在手机里面看不见。哎、欸，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我那张阿里卡。一格吗？一格。对，然后你再跳看看。一格。啊！我以为我那张太难了吧？我以为我那张不是 LED，、可是有人说把它放在手机后面就可以看它腰带会不会亮。这里手机后面，哦会耶，哦是 LED 耶，酷、是耶，我误会他了，好像这样一条，那是什么东西？那一小条，然后这里有洞洞，点八级不，这里就开始掉下去了。这里有洞洞，好难哦！这是怎样？那我要拍一张它会发亮的画面。来，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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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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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哎、欸，要放在哪里？这有洞，掉下来了。不行哎、欸，是不是有一个板子可以载你们过去之类的？我不知道。突然又不亮了，哎、欸，我进来了。哦，所以是可以在玩的时候中途加入的。对，你们在跳，不知道跳什么东西，对不对？对。啊。不然是放在哪里亮啊？有多亮？等一下哦。
太难了，太难了。还是我们两个一起过来会有什么？有没有看到点点？我误会了，这张卡是会亮的，这是 LED 耶。盖、欸、好。对。这里有东西可以踩。这边。这边 OK。好，我要破一个，我要破个线洞。你看，真的是这样吗？哎、啊！不能踩，不能踩、哎、头，跳不起来。上面是。我们来继续。橘色的正方形，然后一样的间隔的感觉。一样的间隔。对。这里啦。啊。对。OK OK。有了，我发现洞了。OK， 帮忙点哦。可以啊，左键啊。所以你可以乱玩。啊这里、oh, no. 啊这里哎在这里在哪里一样间隔粉红色粉红色蓝色啦蓝色啦然后再一次这里哎、okay. 加油、啊、为什么门不见呢门打开啦哦哒哒太难了不没事结束了终于、哦、一来就过关了呀 two players 你们到哪啦做完了这个有全破、哦，十二关吗 ？Next， 就十二关，对，快结束了。竟然，来，我是蓝色的，哪里？对呀、哦，靠，怎么是这一关？哪里关？嗯，所以应该是你要，对对对，来，走，快走。我忘记这关怎么玩了，这样也好哦。啊，对不起，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啊，换人了，换人了，换阿锦。换人当盾牌，既然会换人，嗯，就代表说他知道。应该是来吧。啊，之后啊，大家要先上去那个吗？啊，那个好像要推下来给我踩吧。为什么那边是透明的？哦，那如何的？我是盾，啊那个那个、啊、推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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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弟，完了，阿纪你只能上去自杀了。好哎、欸，我电到太渣了，爽，我是故意的。小，回去推，快下来，嗯，对对，然后走，等一下哦。在、欸，我妈在下面了，我妈在下面吧，我妈在下面吧。你们先过去吧，欸、先绕过去那个。哦，这里、哦、可以吗？对啊。为什么我真的会挡住？我们要到墙后面，我们要到墙后面挡着。对。然后我想，二号怎么办呢？上去。怎么上来？他上来就死了哎、欸。不是，他跌到那个一上面啊。那蓝色不是会掉下去吗？对啊，你看，啊，我们一起跳，两个一起跳，一起跳，二号一起跳。一，考验默契的时候到了。一二三，啊，有吗？啊那，好换绿色了，换乖乖啊。那个按钮是干嘛？那个方块会弹。对不起，我觉得按钮可能等一下会有用哦。我也觉得，这样有一个人要待在下面才行。我们先过去，哎咻。啊，糟糕了！那个按钮应该是要往前，然后让它弹起来，然后去，然后不是，哦，没有，有一个人要按那个按钮，然后让那个东西弹起来，然后去捡另外一个钥匙。所以我要过去咯。对，所以你要过去，只有你。阿静，你先回来，阿静。然后我们要去按那个按钮吗？这样吗？这样，先放开。好、啊，等等，哎、欸、哎、欸，我拿起来了，顶起来，竟然顶起来了！你先把它顶到地上吧，对，然后站到那上面，然后有人去按按钮，然后按钮，哎、欸，按按钮，它为什么不会弹呢、啊？再一次，哦，有了，要那个踩它，然后它弹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跳起来去捡钥匙。太难了吧？默契，有这么难吗？你可以的，默契。
好，再来啊、哦！还是你跳到阿金身上就可以跳起来拿钥匙了。可以啊，阿金跳。你到底是跳有何用？对啊，那个是干嘛的？我怎么？那你要回来帮门挡了。应该是这个推到现在绿色的位置、欸。你再跳一次，再点跳，对啊，刚刚就是要推下去啊。哎、欸，你阿静，哎、欸，他推不下去。你好重，阿静。哎、欸，啊吗？死紫色，谁死啊？我活着。下面，我们要先把那个推到下面，然后，哇，这些煎饼二八了。波浪号，波浪号，不不不不不不不，哎、欸，四号，就贵哦。大家，哎，好了，我们要先让那个下来。大家把那放下来。然后呢、欸？我们要上去了吗？然后那个我们要两个人。考验默契的时候到了、啊。我要先一个洞。我们推不到，按不到。上面，上面那个。不是、啊，你们回来。但是我们踩不到啊。哎、欸，轻跳哎、欸，对啊。等一下啊！我想起来了。那我不讲，你们玩。我照你们方式做就好了。哦不，也是。好，那我要。我总觉得那个方块好像后面还会用到。等一下。我总觉得。来动手。李高。是不是那个要先拿钥匙吗？我们是应该是那个吧。那个这个推下来，然后去吧，这样好，给你钥匙。等一下，你下去就死了。你推下去你就死了。你回来，你过去，你滚。哎、欸，我要推了。然后来，我们上去了。嗯，应该我在下面呢。哎、欸，我知道了。三号过去。哦，我知道了。谁是三号？来。哦，我知道了。请说。没事，来不及了。你们只能考验默契了。如果下一次失败的话，这样子啊。对对对。等一下。啊。好。啊，我知道了。你好聪明啊。哇，聪明啊、哦！来。先叠，然后我们先上去一样。这个了，等一下啊、哦。下面的人，一个人站最右边，好，推下去了，然后你再往左边走，再这，好，停，放着，好，那跳起来，然后把它放下来，这个跳起来，然后把它放下来，你要离开啊，右边，好，这样就好了 ，OK， 走吧，其他人先，啊那，跳下。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我。好，没事。好，杰里先站到某个人身上，然后我们去上面，然后把这个有人要在下面接，有一个人要在下面接，好，带到左边一点点，好听，这样就好了。要过来一点，回来一点，右边吗？对，好，差不多，可以。OK， 然后我们就跳那个上面过去，然后其他人先过去。等一下，好，然后你们也跳那个上，哇，好，跳那个上去，然后黄色先，啊，糟了，黄色没有在右边，糟糕，对哈，推到按钮，然后那个一号推到按钮那边啊，可以吗？好，可以啊。我们要先右边一点点。No！ 你说一号可以当按按钮的人吗？按按钮那边就不要顶了，就直接把他一路推到底。好，把他推过来。
那这样子等一下可以跳上去吗？对，先推再说。好了，先不觉得是这样，我试试看。那先站上去，先站上去。不，我站去哪？等，你先站到一号上面，这样他等下。你说，你先站到一号上面，这样哦。对，然后骑那个绿色往右边走。这样子，那就把一号放下，把一号放下来。绿色，不是，把一号放到钮上，把一号放按钮上。放在钮上会怎样？没有，我觉得这样子，你等一下，我们那个繁星已经不是蓝色是谁？我蓝色先不要动，好，然后所有人往右，有人往右，对，等，七叶灵等一下，好，这边七叶灵在当七叶灵在这里，然后跳，把你的方块顶给龟龟，啊，对，好，然后你继续往右，然后龟龟，你跳起来，然后往右跳起来，往右，轻跳。因为我在他头上，他跳不起来。二号先过去吧，不然等下死。哦，哦不。好，让我来高端操作。看到了。高端了吧？好高端，好高端，太高端。等一下，谁上去推给我？二号，上去。二号，谁先上去？牛奶上车。二号是谁？谁上去？而且我们没有开，我们没有开。哦，你们没有开啊？懂了。OK。好，你们先，对，你们都先过去。先过去。好。不是。OK， 这个大概摆这里就好。好，先过去。哎，我们都在这里啊。在烤腰啊。高端都这样了吗？问号呢？你等喽。哎、欸，等一下，要有人在下面。好，我来。OK。OK， 好，右边。龟龟先过去啊，龟龟。然后你。然后呢？我跟你交换位置。我直接往右走吗？你往右走不会死吧？啊，好。OK，然后，哎、欸，你先，繁星，你先踩我好了。然后，对，然后。是这样，我要过去让你按按钮。你跳起来，我看一下。哦，好。啊，我知道了，你去按按钮。哎、欸，你们回来一点点，回来一点点。再按一次。好，再按一次。再按一次。你，我没有按好，再一次。好，再一次。OK，哦、好了，你可以跳上去了。水啊、哦！你好难哦，太强了。走。Oh no！ 没事。没事，我们知道怎么玩就好了。这个水哦，这个好强哦，好强哦，智商担当。OK， 你们会吗？对，掉下来。你们会吗？你们其他人要先过去啊！你们先过去。好，我们在这里等你。哎，粉红色棍，哎 ，OK， 想不开啊！对不起。OK， 然后呢？你们要有一个人站到上面，过来一点，你们要过来一点点，我们按了按钮。哎、欸、啊！我要下去按按钮吗？太脏！不然就先都不要先上去嘛，有没有？就也都在下面呢、啊。好，我们都在下面，。然后反正那个一号在下面，我们就上得去了。对啊。我们只要在按钮的右边就可以了。对啊，那个往左走。往左走。好。来按。
没关系，他跳过去就好了。对，跳过去就好了，跳过去就好了。然后灰色，灰色也可以。哎，灰色靠那么蓝色要想办法过来，黄色靠左边一点。对对对对对。灰色要钻过去啊！灰色要钻过去、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没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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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黄色，黄色自己退，黄色要先退过来。黄色，黄色你要推。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我们先叠上去，然后等你再慢慢叠过来。先几个人上去，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乖乖跳轻点，以后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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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哇！没有，竟然是你不是一，因为被挤到我跳不起来。来吧，再次，再次，再次，我们可以的。先跳过来、啊。OK， 灰色加油！有来去帮忙，有来去帮忙按，对对对。好、啊，往右，往右，往右。哎、欸，啊，对对对，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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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牛奶先跳起来，牛奶先跳起来。然后有人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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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要卡啊！不要卡那边，很危险。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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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要下来了。你下来，然后推过来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先帮我挡一下。OK。好，我要上去了。好。好。然后拆他给他。OK。哎呦。耶。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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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耶。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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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哎呀。嗯。啊，这是第一关。对啊。耐玩的就是这一串了，好大一串哦！这是什么电风扇会把我们吹走？去电风扇有这么简单吗？那边哦呀，哎不会死啊？你会被吹到？哦，我们用弹的叠起来，嗯，可是下面的人要一直扣那个电风扇，对。好恐怖啊、哦！只要一直动，嗯哼，他其实人少比较简单呢、欸啊。对他钥匙会越放越高，我看出来。对，大家都不想活。哎、欸，要微调啊，要微调啊，微调要动啊，要动啊，不能不动啊，要动啊。哦不，要动要动，不动那是你们要动啊，你们要动，我有动啊。怎么会？为什么？为什么我上面的人都掉下去了？你的头比较滑、啊。哇！你们喂！喂！没有，换我们当啊！我们当。你们掉了，不行！大家都不行了，完了！难怪这游戏会这么耐玩。我好累啊！好，我当最后一个，我当最后一个，我当最后一个。OK，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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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又要被吹了。拿到了，拿到了。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大家了。啊，门在后面吗？对啊。你忘了吗？我刚也没看到门。我不要动第一个，他会不会吹下去玩？哎、欸，那后面右边那边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哎、欸。不要这么好奇。不要这么好奇。哦可恶！不要这么好奇。出发吧，龟龟。出发吧，出发。哎、欸，我们可以再出来、欸。啊、可恶，他没了，他不给过了，啊、他那边没了。好吧，算了。哒哒哒。好简单。真的，侮辱我们智商。比较难。真的。不是我们智商，这是什么？不要走太前面哦！你可怜，原来已经有牺牲了。为什么是我？差点被撞死。默契，默契，默契，谁要当第一个？哦，哇，这个是划成一直线，卡住，划成一直线，不能上下档啊！一直线，完蛋了，我变形上啊，会到哦，这墙会到哦，小心哦。
它是会有别的别的动的。钥匙，我拿到哎！哎呀，要嘞！我在后面垫背，我当第一个。哎，完，垫背，好。轻轻松松用我的超高速反应，我可以当第一个。五号，你不能因为你不能因为夏季运动会输给我就这样哦。你为什么要踩我？我觉得我们不能前后动，我们就是调好位置，然后就只能上下。对啊。但是你要注意前后的人不能。三号牌线还是调横的，只能上下，只能上下，不能前后，能上下。塔背起来了，对哦。哎，打到我了！调一个位置，只能上下。对，只能上下。轻轻松松，钥匙也是我拿，耶！好厉害哦。轻轻松松，耶、yeah ！怎么换人了、啊？因为他会优先看到你背后是谁，会传给他。完了，哦，我还以为这边要很快速的拉进去。好喂，买哦，劝你善良哦。先不要哦，劝你善良哦。咦，会不会点啊？菜渣、啊。劝你是善良哦。先不要，不只是你，对一次。哒哒哒，最后一关了。要结束了吗？要结束了，要结束了，这游戏。哎呀，进来！No！一骑当千。三二一，往前！给你跳！嘿嘿，好，我那时候好像这关玩了三十分钟吧。这关玩了三十分钟。八个人啊！跳，容错率比较低。跳！嗯。跳！太好了！太好了！快叠！不，是叠吗？叠起来，叠要叠一个人，好像叠一个人就可以了吧？一两个人不是你的操作太高端了。哦，我对，果然不愧是我，真的不愧是你。我以为你会死哎、欸，这边真的不能犹豫哦，直接就跳了。对，跑酷没在按 shift 的那一种，一个人跳，我来，去，快去。踩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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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弹啊，快上来，你们快上来，完了，快上，我被踩到头了，我看到李艳了，是李艳还是 thank you， 还是的，对啊 ，th 什么 ，th， 你看，那我应该在前面一点这样，啊，前面一点，可以。可以啦，应该不用三十分钟。累个，今天老累。你确定？对不起。今天老还累个，刚刚不对。没有，对不起，没有。今天老累个是有点太过分了。跳，快，快按。按了。快，快点，完了。Thank you。哎，怎么还有三三甲？穿山甲，天涯吗？穿山甲，那太注意看那个字了，就没有看到穿山甲。哦、字太过分了吧？快去！还要穿山甲骗我们？还要看穿山甲？穿山甲！完了，后面死！ Thank you。打到了。我没死啊！不能卡到！要这样开一点！阿靖，不要懒！阿靖，他那个没杀。穿脚，我们站开一点，我们站开一点，我们站开一点。
好，走，走走走。要被击扁呢！哦，糟糕！社交距离，维持社交距离。三甲，三甲，三甲，去去去去去，前三甲，前三甲，可以啊，你去，可以，可以，可以，不是啦，哎呀，后面怎么不可以踩到人家的头？不可以踩到人家的头。看来三十分钟不是没道理，对不对？看似简单，真的，真的，不要被他。那只虫才是加游戏时速的东西。怎么可以在那里放穿山甲、啊？前面点，前面点，不能养哦，不能养哦！哦，养穿山甲，穿山甲，我天！我被订阅吸引走了，对不起。新电脑不错哎、欸，这不错哎、欸，还不错啦！你看我每次都跑第一个。哦，接力！凶啊！想害人啊！哦，我记错地方停下来了。哦，你真的飞起来了、欸？那个怎么？好强啊、哦！上升！来了，穿山甲，穿山甲，穿山甲！穿！穿山甲是不是？穿山甲是不是？穿山甲、哦！完了，后面死了。哎、欸，过了过了！我真的很心疼，真的蛮不担心的后面人。怎么会？我担心着后面的安危。他是多么的体贴，哎、欸，太体贴了。哇，太暖了吧，主播。对啊，三号是千里。谢谢主播。还好了，还好了。三两后面的人好讨厌，可以吗？可以吗？你怎么太嘴？他踩我头。哦，你很喜欢在上面哦。他们赞了。啊！完了！完了！在进洞破瓦。我该不会对游戏？有劲吗？我好像有发现。完了！不不不，不想回头。你发现了什么？一个小秘密，应该不会。没有，我原来这个小秘密是往下走。我刚想测试一下，是不是在空中可以跳跃？看来不行，二段跳。你以为你可以二段跳是不是？刚有错觉啊！你不觉得那前面那个跳很像二段跳吗？那想法太高端了，跟不上。真的，那有可能是新电脑那个哦，不是二段跳。哦、这比较有可能，这倒是有可能。三角不可以养的哦。哼，嘿嘿，有了有了有了。哎、欸，这个好难哦。啊！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东西，东西，谁踩热？是，东西。太过分了吧，在那边放一个，很贱吧？谁哪一个李星 Q1 到不 Q2 的？他就写不能踩，大家就很想踩啊！你这样子说，我没办法了，我只好认同你了。那哇，原来点掉了，原来你把我杀了，对不起，上弹簧对不起，你怎么不上套上弹簧？对不起，累了，对不起，累了，嗯。龟龟会那个哦，我不会啊，刚那个不是我、啊，没有，我从来没有在那边被电死过。哎、欸，你没有前进，你要过分哦，不会卡位哦，不会站一个。完蛋了，什么东西？干嘛？干嘛？为什么要弹上去踩我的头了？硬啊！不是你踩弹簧踩我的头，我动不了、啊。等一下，别搞定了那儿。
们有看我们一开始玩是几分钟吗？好像是九点多左右开始玩。你看游戏时长啊。哎、欸，没拿二手，你要拿？三角，三角，三角。哇、啊，又被低点了，猴子活下来了。OK 的。完了。我手滑一下。我好想要问他。嘿，你的第你是第一个电脑终于死了，你是第一个电脑终于死了，看错颜色了。我们两个刚来这么久了，还会怕穿山甲？穿甲轻松哦，他的尾巴有毒哦，有啊，穿甲尾巴有毒啊，哇，没被吃过不知道哎、欸，看来你知道了，我知道，我只知道红鱼有，不知道穿甲也有，哎、欸，阿靖最后一棒压力很大呢，可以，太好了，他是阿靖。哦、oh, 不哦，穿山甲有个保险起见的方法，就是你跳到他头上，然后会瞪一下，然后再过去就不会踩到尾巴了。你不要边讲话边停下。哎、欸，你嘴巴在动，手也要动。我想到上次玩一位是六号，然后那时候我是跳画面插广告，然后我的队友就喊六六六六六，我说怎样？我这一波操作很六吗？因为我被人六吓到了。我刚刚在想，这关死最多其实是菜渣吧？是菜渣，可能是我，真的是你哦、喔，真的是你哦、喔，真的是你哦、喔。从现在开始我就不会再死了。搞他，搞他，搞他，搞他！你想踩他的头就好，你不要弄啊，你不要弄、啊。完了，你会死哦，你会死哦。嗯，被和谐吃掉。嗯。嗯前面动快点，动快点！想干嘛？东push哦，东push哦！啊！我就不吭声，我也不吭声。你你再踩一次，以后打到你就你给我玩理心，你就只能玩理心，你就要玩时常理心赎罪。刚刚那是被受迫性失误。你怎么敢搞我？没有真功，对不起。我看到了，我想害他嘛。嘟噜嘟嘟噜嘟嘟噜嘟嘟噜，嘟嘟嘟嘟嘟。哦，我在计算那个出来的那个，我现在知道是 A 跟 N。我等一下可以走在最前面给你看。啊。哎呦！酷哦 ，A 跟 N， 跟 N 比 A 再早一点。酷哦 ，A 跟 N 计算错误。啊，不是说不会这种，从来没有许在那个看过。
天，大家跳很快，大家都变快了，大家都会过了哦。跑酷跑酷，跑跑跑跑跑跑酷。好像有一关是一直要按按钮的，一直不能按按钮的。我有一关。等一下，等一下！啊啊啊啊！死的不是你们呐、啊，没没，前面的面吧，后面吧，后面先的吧，前面前面撞死。哦，面吧。啊，不是啊，啊，他们不做我就会死啊。哎、欸，你们没有人要讲话吗？ 他在那边掉下去几次了？谁谁？我们的主播比较严格哈。A 跟 N 啊，信我，走。比 A 再早一点，有没有 ？A 跟 N。Don't push。好痒，好痒！谁踩到那个，给我玩十场旅行再回来。终于可以回家了吗？黄色的爱情不要。耶！哒哒哒！就知道你没种爱，嗯，没种啊！我可怜，我可怜啊！没了，怎么没了 ？Congratulations, online mode, all level clear. 他应该在每个人的头上写死亡次数才对。好的，会写那种东西吗？那不会。Program art. Pic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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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battle 模式。那是什么？我没玩过。我们好像没有玩到新人的。要按什么？嗯，就是我记得前面关卡有。要等他跑完吗？哎、欸，没了、欸。Echo， 嗯，battle 模式每个人只需要赚自己的分数。Press Start Button， 然后嘞，你 host 一个 battle 看看吗？还是你们要休息？嗯，还可以啊。哎呦，看他房还开着、哦。嗯，没有，房断了。哎、欸，断了。哎、欸，嗯，要重开了吗？要重开了。那你重开啊。Update。你开了吗？哦，谢啊！啊，对，我在用。好，要把它改成 battle 吗？一二四，好，开了。嗯。耶。Battle Lobby。开始。
有个橘色，橘色是菜刀。我啊，我是橘色。那谁变蓝色？我是橘色。啊，我橘色哎、欸，我的橘色。我进错间了吗？你进错间了吗？我橘色哎、欸，你说你什么颜色 ？Round one， 是要干嘛 ？Jump high to win。这什么？这什么？哦，跳最高的人就赢了。What the fuck？ 我哇，量身高了。哒啦！你明明是蓝色，轻轻撞撞啊！蓝色菜渣，针对他，骗子，针对他，踩他的头！我等下不会离开你的头顶，你完蛋了。这什么？哦，油漆，抓油漆，白痴哦！我好像看到两个蓝色的啊，是我的错觉啊！可以顶别人的球，可以顶别人的球。哦，哦，哦，拿得活动，拿得活动。你是蓝色强。等一下，橘色零压没了啦，又一下橘色。啊！好像绿色比较多，好像蓝色比较多哎、欸。呀、yeah! ！我一定要踩他的头！踩他的头！踩他的头！我们全部封印他！简单的、啊。哦，时间的、哦。Jump battle！ 躲避球。干嘛？太突然了吧 ？Ready？ 我刚是练习是不是？对、对。为什么那么烂？我一个靠腰，太凶，太过分了吧？太凶残，太快了吧？那个是子弹的等级了，是吧？太过分了吧？来一招吧，零色，零色，不行不行，我先，我等下再换。哦，这是最接近0.01耶。好。啊！什么？会消失哦？什么？什么？我还不知道。0.04，太夸张了！那个，这个我看你们是不会算数了。我啊，刀主哥哥是赛道。什么赛道？拿内件拿表哎、欸！不是说很会算金人，不是很会算金人。谁很会算金人？谁？刚刚没说说我最会算这个了。你说金人吗？我当然会啊。可是我要车。我的招式是有飞行距离的，要连那个考量进去。我没跳好，是白痴。我差点被掉下来的黄色吓到了。我想说什么东西啊？要到七了。没有，它是随机速度的。哦。太色了吧？按第七个好像特别快。这好慢哦。三小，是那个了吧？哎，老人那一堆。B 反应，哎，难啊！难怪打不赢梅博，哇！哇，嘴的嘴啊！直接躺枪！他妈的，他只是四个而已哦，还没赢，先别哭。这样怎么又是画画？谁才？我头上太色了，踩我头上太过分了，踩在我头上了，太过分了，不要踩我的头。生气点，我的左手。炸小，蓝色赢了，我又是蓝色啊！天哪、啊。拜咯、哦、为什么拜咯、哦、好会画画哦七七三哦 Auto Winner 这从头到尾都是我们两个的战争呢真的我在干嘛哎、欸、还没结束应该结束了没有他要变 Run Wine 的对啊哦不
好，那要再比什么了吗？秒数再一次好不好？好。好。我发现那个秒数好像有一点 bug， 我们来试试看。啊。0.001啊！你太坏了！不要，他害你的不是我。不要消灭他！不要，都不要玩了，看都不要玩了，看。你很错，我想说，为什么可以？坏坏。不可以坏坏，你怎么这样？你干嘛？不是我踩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不该踩别人的。对。悲喜。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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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松松，去踩他的，我去踩他的，我去踩他的。你踩我的，你也不会赢啊！哼！啊，刚玩这个就对了，是不是？来啊！你踩我的，我就踩你的。等一下，我已经放弃了，你踩的了。啊哇，0.06哎、欸！在竞争啊，在竞争啊！我不要踩啊！还是他那个按有按了会算那个人的？没有啊，刚就没有算啊！你不要站那么近嘛！你们知道要怎么做了吧？这个知道楼上的知道了吗？不要弄我啦！怎么可能不弄你啊？嘿、欸欸，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把采光光。等一下，别过来！谁能赢我谁？谢谢各位。你们知道要怎么做了吧？这游戏没有天理耶。这才是互相伤害嘛！我自己踩，我自己踩，好不好？我自己踩。啊！等一下，一定要人上去啊！快点，快点！平手了吗？哇！哇！你帮他、欸。Go！ 只要每个人赢就可以了。你们知道要怎么做了？这游戏怪怪的，往二龙冲，往二龙冲！二龙冲！乖乖，没有朋友，都不要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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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玩！我直接先把自己的踩掉，我看谁能踩。嗯嗯，啊，大家一起拿分啊！那不错啊，不错啊，太善良了吧！踩他的啦，他要赢了，快踩！哦，上面都没有在厮杀的哦。不行，我觉得上面太和平了，你应该随机放位置的。对呀、啊，你冲上去，我们下面先别踩，我们跳过去踩上面的。哎哎、欸欸，怎么这样？下面的人比较要赢了吧？对啊，我们还远得很呢、欸，我们差很远，要怎么要回归归的？等一下，晚上玩的不要那么大，差0.03秒啊！知道怎么知道怎么做了？有三个人，你们上面要赢了、欸，有三个人哦，有三个人哦，有三个人哦，而且有两个在上面哦。大家最好往上走，我不踩你的，不踩我的背包。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
哎，哇，好可惜哦。嗯，他只有四个，太少。做的不是有吸人的吗？嗯，之前合作的不是有吸人的？你说另外一个模式吗？对呀、啊，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模式，就是合作的，然后有吸人的那个。完了，我改字体，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哈，看看我看看，我开一个 N 的什么什么东西的。有一关，哎、欸，那个 Endless 啊，就是五 G 模式啊。对啊，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最后一把，这游戏已经不行了，好累啊。好，谁进来？哇。看我这个炫彩虹，哦，是吧？我是玩到底的哦。哦，看谁是最活到最后的，这样吗？有可能吧。Endless Jump， 哦、oh. ，Ready？ 这是合作还是害人？合作吧。应该是合作 吧。看起来就是，他 是球要到最左边才会开始算呢、啊。对，好，准备了，这应该是合作，这应该是合作，大家冷静一点。好，我跳就跳、哦，一二跳，一二跳。我们好菜哦。我们总共一分。New record one， 耶耶，我们拿了一分呢，各位。好感动啊、哦。我们破了世界纪录，我们这么团结才可以获得这宝贵的分数。好、啊，真的，准备到一二三，哦，对不起，我来。有点快。我们真的很团结。我要不要回去 battle 这个？你是说，不然这样讲？我们好像永远没办法破二啊！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不许你这么胡说！你看，你可以的。我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这场还没跳过哎、欸！为什么？肯定是我的眼睛，我的手跟不上我的眼睛啊！你的手累个了吗？有，我们破纪录了！No no no！ 好，帮我们玩这个，好不好？哦，俄罗斯吗？大家一起俄罗斯！哇！那个是三小啦，对不起啦，按到嘛。我这个的诀窍是不是自己排自己的就好？对，不要去管其他人的线，是这样吗？对啊，怎么转向啊？空白键。我刚怎么没反应？你让我插。你让我插 ？No No， 游戏应该不会输吧？但等一下，有人入侵我的，怎么可以随便入侵啊？我被鬼鬼子，对啊，仅剩两格是不是？人跑过来了。乖乖都乱插，这是我们的殖民地。
我说不要擦啦，你就盖好你的就好了哦。你他妈是不是盯人啊？我要擦爆你们！哎呦，我们这个不是合作游戏吗？问号。我的长条一直不来。哇，阿金最空了、欸，阿金空了，不越来越，他不越来越快吗？我的长条一直不来，有人叠梯转了，有人叠梯转了。借啥？借啥？这样怎么输？快了，有一个空洞啊。没事，快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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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问题呢？我可是一个洞都没有，我也是一个洞都没有哦。我不想，我不想，直接插别人的家哎！我不行了，我已经顶到底了，干嘛干嘛，红色钻，顶到底了，顶到底了，我来白痴，有你，你要怎么输啊？不是输了吗？这不你他妈留了一格那边等。还要再玩吗？嗯，玩另外一个、啊。这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欸。踩按钮吗 ？Okay, you can. 哦，踩啊！搞那个是不是？要狂按空白键呐、啊！啊，就是那个啊！哦、Happy Bird， 懂了懂了。Happy Bird。康康版，耶！我有51。什么？可以撞到墙壁的意思吗？不能碰墙壁啊。哎、欸，是飞太高啦、啊！我刚刚没有看到红色的车尾灯诶、欸。我也破不了100啊！我们的目标就是100，加油！好。要轮流，慢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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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流，轮流，轮流，对吧、啊？这没有推的，这没有推的，慢慢来。哎、欸，有，这会踩，这会踩，这会。没有，我是说后面没有人来推。不要踩下去。我知道了，我就静静的在这里看着你们。对。要把我踩下去，救命！我会在这边等好了。踩到了，踩到了，不可以踩到任何一个人，100，那就输了。我们的100，很远呢、欸。谁？鸟是鸟。加油，各位，100而已，100就可以休息了。哇，你狂踩耶！有心结，有心魔，他应该是 no。那我们换另一个。日本的 App Store 没有 Flappy Bird 吗？哦，吓死我！为什么你们会死床？我觉得是他连线不好啊。有可能啊，他在台湾不是吗？有了，你还是你换新电脑了。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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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奶有奶。
我被踩下去了，踩下去了。哦。真的。哦。真的不要再踩人了。我从我小卫星超级局都没有再飞了。拜。你们先过去，我再过去。那可不可以冷静点？大家都这么想。Oh no！他过了。尤其加油，再几根兔子，哇，大概三四根，再四根就有了。我走啊！没有解释，踩他踩到我才踩到你的。好，推给我。真的。有人直接掉下去。等一下，我知道了。OK OK。然后知道了，他知道了，他会。OK OK OK。再扎是不是你？不是我。你是不是飞很高？飞太高也会死哦。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啊。哦，好吧。我想说，我在上面就不会撞到你们了、啊。喂，对，冷机点啊，各位。你是很喜欢红色的剧情？你是喜欢挑战物吧？不要叫下雨，你不要再往下。一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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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不能慢呐、啊，他碰到柱子了。问题呢？又不能停啊！我按得很累啦。键盘要。可以挑战最低记录吗？你说像这样子吗？啊，过了，是他们已经过一节，对吧、啊？直接走下去就死了吧？对对对对对。好耶！Yeah! 这个游戏已经到尽头，我想在最后四个两次应该差不多了。还是我来，干脆来把人家踩下去好了，我受不了了。我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别踩我！成功，我们成功了！我刚刚中埋线了，一百了！耶！耶！不玩了，不玩了，分游戏，分死，分死，不玩了！一百分。下次目标定五十分就好。我是哪个？好，过关了，过关了。来，引导你们。你是不是很喜欢挑战物啊？你是不是？你怎么在后面死掉的？还是你要待在最后面？最后面很安全啊。很认真啊，怕死啊，怕死啊，大家都怕死、啊，吓死了。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破千？一千应该很简单、嗯，不难的。先不要讲那么快哦。喂、欸，会动了，墙壁在动、欸哦，不能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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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上下，只能上下，前后会卡到人。我们破千了，破千了，我们破千了，nice、我们破千了，这可以结束这游戏了吗？还要继续？再一次就好，没关吗？破上一次的记录，他拍了，哇！哎，开始不是正中间吗？没有，随机的，极限反应，你看正中间。
哦，要认真哦。可以啊，我觉得我们2000应该没问题。我们3000也没问题吧？3000没问题，过万都没问题吧？越来越快了吗？玩到6点都没问题啊！啊出啊有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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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Q，要休息吗？还是？我觉得素材差不多。差不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粪便。不能打问号，粪便。不能打问号，真的。拜托，可以打问号好吗？好啦，那这边，啊，怎么了？好啦，这边就到这边啦，感谢今天晚上的收看，大家晚安咯，拜拜。那一部我不会剪啊，因为前面没参与到，就这样咯。啊，我看一下有谁在开，除了诺英以外，看哦，达达在开，哦，同一个的，嗯啊啊，好，然后我来这边吧，那个胭脂恶魔，哎，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拜拜。